四岁萌娃只是拉了个粑粑，居然白捡了个妈！湿漉漉的石唯一从天而降，掉进了小萌娃的拉粑粑现场。欧耶、oh <yeah>！天上掉下个小美人鱼，卓宝别说多开心，立马飞扑到石唯一怀里撒娇道：“美丽的小姐姐，我是林氏集团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少爷林卓。”眼看光着腚的小娃娃，石唯一一脸尴尬。我说：“这位林小少爷，你能先穿好裤子吗？”“小美人鱼，你是来给卓宝当新娘的吗？”“不，她来给你当娘的。”“现在的孩子都这么早熟吗？”石唯一突然想到什么似的，林卓。 这不是他上一世的继子吗？上一世时，唯一是十家不受宠的废材二小姐，凭借美貌嫁给了帝都主宰林氏集团的林父。婚后对帅气多金的老公爱答不理，还幻想要与渣男双宿双飞，结果被亲姐和渣男联手背叛，落得惨死下场。既然现在让他重活一次，那么必须改写历史，扭转命运。还有眼前奶乎乎的萌宝，谁不爱谁是傻子？如此和谐又温暖的画面，却被多事庸人打断了。 下一秒，二人回头，同款眼神杀。闭嘴，小美人鱼，我带你去换漂亮的衣服，参加我爹地二十七岁生日宴会。他和你一样，长得非常好看。石维一瞬间明白了，原来他重生在零度二十七岁生日这天，当年他就在这被零度一眼相中，而后嫁给他。能不能带我去见你爹爹啊？我有重要事情和他说。卓宝一脸不情愿，卓宝想娶你当老婆，你却想当卓宝的妈咪。卓宝细想想，等爹爹屁了，他的一切不还是我？好吧。 我带你去找爹地。这小娃娃的腹黑，恐怕是遗传了林度。与此同时，林氏所有位高权重的元老都聚集在豪华游轮的顶楼议事厅。阿杜，今天来了不少名媛小姐，你有看中的吗？这次选妻，一是为了给祖母冲洗，二是给我儿子找个妈，不要错过及时就好。随后，林母踊跃给儿子推荐人选。齐家那位怎么样？太丑。侯家小姐听说也不错，说话太嗲。贺家千金呢、啊？他老子娶了十个老婆，家族史太乱了。为了给儿子选老婆，林妈妈也是操碎了心。儿子。 只要你喜欢，妈都能接受，都行，你们看着办。所有人快要被林渡气疯了，难道还要给他弄几个男人选选？就在大家焦头烂额之时，林管家上前通报，小少爷带了一位小姐出席宴会。林渡震惊，一向不喜欢女人的儿子带着女人出席，他好奇女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另一边宴会上，石唯一穿着高定礼服，打扮的精致美丽，出现在众人眼前，无不看下一群渣男贱女的狗眼。其中更有沙毕在石分家的教唆下上前挑衅，就是这个石唯一，他没有邀请函，偷溜进来的。 赶紧把他赶走！保安上前请石唯一出示邀请函。石唯一一脸不屑，看向沙碧，表示：“我的邀请函被这个女人偷了，你们来的正好，省得我亲自把她丢进海，弄脏我的手。”沙碧被当场拆穿后，恼羞成怒冲，冲石唯一喊道：“你这个勾三搭四的狐妹子，明明有未婚夫，还想爬上七爷的床，你不要脸！”话音未落，只听见啪一声，石唯一立马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沙碧当场傻眼，这个废柴居然敢打我！石唯一冷笑道：“哪个下水道没关好，让你跑了出来？” 此时卓宝心疼的呼呼着，是唯一的手，妈咪，你的手疼不疼？妈咪手不疼，但妈咪嫌脏。沙碧听到卓宝喊妈咪，又来劲了。原来跟野男人连小杂种都有。沙碧，谁给你的勇气乱吠？妈咪可忍，卓宝不可忍。来人，给我赏他大嘴巴子。是少爷，小小卓宝的气场两米，直接把狗男女的狗眼炸掉。片刻后，沙碧被打成猪头。可卓宝还没解气，敢欺负我妈咪，给我重重打。打得好，晚上奖励鸡腿。肿成猪头的沙碧委屈道。 你们太欺负人了！我可是十分家的妹妹，妈咪，十分假是谁？有多假？比这个猪头的整容脸还要假吗？哈哈哈,哈！谁知道十分家真狗不要脸的，他假意上前讨好卓宝。你好，我是你姨妈。可她身上浓郁的香水味吓得卓宝赶紧后退。Daddy 说过，这是狐狸精的味道，男人沾上会变得不幸。妈咪，她是你姐姐吗？嗯，后妈生的那种，就类似灰姑娘那种，就是那种丑了吧唧又恶毒的女。 沙碧突然抱住十分家大腿，石唯一，你不配跟分家姐称姐妹。这个沙碧真是个傻逼。石唯一冷冷道：“当然不配，她一个私生女，的确不配跟我称姐妹。”此刻会场都炸锅了，仿佛石家的丑闻一下子人尽皆知。十分家的脸也快挂不住了，可她还假装委屈：“哎呦，上一辈子的恩怨，不该殃及我们姐妹情。我待你是真心的，说的比唱的好听。” 看来要狠一点才行。此刻，所有人的手机信息提醒音同时响起，里面一张张十分家和狗爵的亲密照都乍现眼前，真的堪比某公图精彩。十分家和狗爵都已经被震惊到不会说话。卓宝直接发话，把三人捆起来扔进海里。十分家哭着求放过，石唯一却不以为然。人生短短数十载，我凭什么委屈自己给别人脸？身家过亿的霸道总裁竟然娶不到老婆，豪华游轮上零度命管家送出了价值一个亿的钻戒，石唯一却说他不嫁，只因零度没有单膝跪下。 此刻石父劝石唯一赶紧应下婚事，七爷我女儿不懂事，我替她跟你道歉。而一旁的继母却想看他笑话。见状，林度立马霸气护妻，她是我老婆，而且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求婚还是有必要的。下一秒，只见林度走到石唯一面前，单膝下跪，握住她的手：“美丽的石唯一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吗？”幸福来的太突然了，石唯一有点反应不过来。原来毒舌的男人也有浪漫一面，现场的粉红泡泡足以让林渡的迷妹们猝死。可是石唯一似乎没打算轻易答应。 嫁给你我有什么好处？你将拥有我所有财产的一半，以及我的肉体。那我有个条件，嫁给你之后我绝对不会在家相夫教子，我也有自己的事业要追求，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不耽误生仔就可以。既然这样，我最后一个条件是希望明天就结婚。林度勾唇一笑，站了起来，他调侃道：“原来我老婆这么迫不及待啊，我就喜欢闪婚，够刺激。”闻言，林度一把将石唯一搂进怀里，这么狂妄，你就不怕婚后我让你独守空房？石唯一伸手环住林度的脖子，轻声道：“七爷，我们打个赌。” 我猜你舍不得零度，意外时唯一的肯定你喜欢我是临时起意，而我喜欢你是蓄谋已久。天啊，时唯一太会了，他的甜蜜表白让他圈粉无数。随后，零度立马吩咐下去，挑个吉时，明日完婚，两人的事就这么愉快定下了。可是卓宝却吃醋躲起来数玫瑰花，妈咪更爱卓宝，妈咪更爱爹地。不知道过了多久，只见卓宝当场崩溃，为什么每次最后一片都是妈咪最爱爹地？概率论都是骗人的，完蛋了，等不到爹地嗝屁，妈咪都拜倒在爹地的西装裤下了。 卓宝不服，说好三个人的电影，妈咪喜欢我的戏份什么时候才上？卓宝还是自我攻略一下。卓宝还是个宝宝，输给爸爸不丢脸。但是林家的男人永不认输。那一夜花园的玫瑰花，无一不惨遭卓宝的毒手。另一边，石唯一回到家，从佣人口中得知弟弟小陈竟被继母和继姐合伙扫地出门。石唯一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一定要为弟弟讨回公道。十分家嫉妒时，唯一，故意在祖母面前嚼舌根。十分家下了重本收买祖母，他妄想替代石唯一成为零度的妻子。 祖母摸着脖子上的蓝宝石项链，爽快答应了。就在此时，石唯一来的刚刚好，他丢出化妆盒，精准的砸中了十分家。深海鲨鱼都嫌你的血肉臭，看到你倒胃口，让你捡回一条命，回来继续喷粪。接着，石唯一直接打掉祖母手上的烟斗，火星瞬间洒落在他身上，同时火星子飘到了他满是皱纹的脸上，让他原本丑恶的嘴脸更丑。刚进家门的石川夫妇闻言也赶来了，什么事情弄得鸡飞狗跳的，立马冲到儿子面前告状：“你看看你的好女儿，别人家的孙女都是贴心小棉袄。” 看看我们家这位，就是个漏风小背心。唯一，你还没成为林家主母，就这么对待长辈？没有我们石家，也没有你今天。你怎么不懂感恩呢？石唯一冷哼了一声：“爸，你说的对，做人最重要就是感恩。但是我这个人没啥优点，就是记性好。奶奶做过的事，我记得一清二楚。比如我还在襁褓的时候，奶奶把我送给了人贩子。祖母没办法圆场，只好假装晕倒。此时何碧池也出来凑热闹，大声嚷嚷道：当年分明是佣人看管不力，让你被拖走。” 贱人，你怎么可以诬陷你奶奶呢？见状，石父立马给了何碧池一个大嘴巴子。贱人，闭嘴！你是要全世界都知道石家的丑闻吗？吵闹声早已把石家的佣人都吸引过来，并议论纷纷。石川呵斥道：“你们嘴巴给我闭严实点，谁敢多嘴，老子就宰了他！”此刻，石唯一也没有忘记给弟弟讨回公道。爸，碧池姨娘和大姐趁您出国，把小陈赶出家门了。石川一副要吃人的嘴脸，把碧池母女吓得瑟瑟发抖。石唯一觉得戏不够过瘾，他必须再添把火。 小陈不但被赶出家门，还被克扣了零花钱，现在连食堂都吃不起，还不让于妈给小陈送饭。闻言，石川要爆发了，只见啪啪啪几个巴掌，碧池母女立马跪地求饶：“爸爸别打了，我们不敢了。”看了一场真人大秀的石唯一满心欢喜，终于可以睡个美容觉，明天美美的嫁人了。霸总只是跟未婚妻聊了个电话，就喷出了十斤鼻血。裹着浴巾的石唯一缓缓从浴室出来，就在他烦恼凌晨三点起来化妆时，手机响起，女人根本总裁开视频了、啊。 这奇葩的铃声真的很难适应。林度这个自恋的家伙把铃声调成这样，桌面锁屏换了他的帅照，擅自给微信备注成“老公大人”。石唯一接通了电话，林大总裁这么晚不睡，是想我了吗？林度看到石唯一呼之欲出的傲人身材，他直接怔住，脸颊瞬间泛起了绯红。你经常都穿成这样跟其他男人视频吗？石唯一突然意识到现在两人还是陌生人的状态，不过难得看到林度害羞的模样，石唯一打算逗逗他，怎么样，林少，好看吗？我去，这个女人太火了，我记下了，今晚就放过你。 明晚肯定让你加倍奉还。石唯一瞬间愣住，本想踩点命，结果捅了个马蜂窝。礼物收下了吗？什么礼物？这么晚了。此时敲门声响起，二小姐林少派人送了一幅画过来。红布拉开瞬间，石唯一无语。好一幅婚纱照，林渡却一脸得意，快夸我，快夸我,我，画的挺好。答应我下次别画了，这婚纱照怎么看怎么像僵尸照。林渡的审美真的有待提升。林总，咱们画画可以接地气，但不能接地府。吗？林渡气炸了，这女人竟然质疑本少爷的审美和画技。 随后是唯一自动请缨为两人画一幅婚纱照，保证惊艳所有人。婚礼当天，石唯一换上高贵典雅的婚纱，都别说有多好看，佣人们直接就拜倒在他石榴裙下。此时林母进来了，唯一，我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这套珠宝是林家传家宝，现在该传给你了。林母马上给石唯一戴上，你戴上多好看！石唯一感动的抓住了林母的手，母亲大人，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照顾好林渡和卓宝。林母看来也很喜欢这位儿媳。 漂亮的脸蛋跟自己儿子很是登对，更重要的是他能在短时间内收服了他那高冷古怪的孙子。对了，听说你有个妹妹叫石芬春，为什么没有让她当伴娘，反而让狗家四小姐来了？石维一笑着表示，她是我最好的闺蜜，我希望把幸福分享给她。其实她内心恨透这个好闺蜜，上一世她勾引明度不成，便伙同狗绝十分家害死了她。他发誓必须好好招待她。就在此时，佣人急匆匆推门进来，夫人、少夫人、小少爷不见了。什么？卓宝？ 另一边，狗飞在男厕所对零度想入非非，上一秒还跟秃头老男人打得火热，下一秒又打起了零度的注意，妥妥一杯大绿茶。就在他正想出去之际，砰一声，他做的假体鼻子被门撞歪了。只见睡眼惺忪的卓宝站在门前，没想到卓宝也是个执着的宝宝，居然在花园里数了一晚上玫瑰花。此时，狗飞突然叫住了他：“小狗崽子，走路不长眼啊！知道老娘的鼻子多贵吗？”就在他想要对卓宝动手之际，卓宝毫不犹豫给他上了一脚：“这位大妈，这里是男厕所好，好伐？” 正在找卓宝的石唯一听到吵闹声，立马冲进厕所。卓宝看到石唯一的瞬间绷不住，他委屈的哭诉道：“这个女变态擅闯男厕，还要打卓宝。”此时狗飞突然上前就捏住卓宝的小脸蛋，这个小鬼胡说八道，该好好教训教训。卓宝在狗飞的魔爪中奋力挣脱开，妈咪，卓宝好痛啊！随后石唯一抬腿重重一脚落在狗飞四十码的大脸上，把他直接踢得灵魂出窍。这一脚踢卓宝还给你。 你最好祈祷卓宝没事。突然事情没完，狗飞不明白石唯一为什么要为一个小杂种出面。此时狗飞的老情人再次登场，狗飞以为自己找到靠山了，立马冲过去：“祥哥，你快替人家做主吗？那个小杂种他撞得人家好痛。”祥哥看了一眼石唯一和卓宝，下一秒大力推开了狗飞，连忙鞠躬道：“主母大人，原来眼前这位秃头老男人是林氏家族的远亲林祥，就是那种隔了十几代，甚至没半点血缘关系的亲戚。” 此时，林翔看向卓宝，关心道：“小少爷，你脸上怎么受伤了？”卓宝马上指向狗飞，是他弄的。此时，狗飞想躲在林翔背后，却被林翔反手一个巴掌打,打得他满地找牙。贱人，竟然敢打我们七爷的儿子！狗飞终于知道自己得罪的是林氏小太子，看来好日子也到头了。下一秒，林翔立马抠马甲把狗飞拖出去教训一顿。狗飞恬不知耻找石唯一求饶，石唯一表示这个事情卓宝说了算。小少爷，是我眼瞎，我不该欺负你，求你大人有大量放过我吧，看在妈咪的面上。 我暂且饶了你。说罢，两人转身离去。这是我见过最奇葩的婚礼，新娘在婚礼现场等了新郎三小时，以为新郎逃婚了。这时，天空飘来几架直升机，上面还挂着两人的结婚照，太酷了！只见零度站在飞机上看着下方，天啊，这是结婚还是抢婚啊？空战演习都来了，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我来了，无语，太无语了，这个男人是傻子吗？就不怕失误来个落地成盒吗？我的新娘身材还挺辣的，请问在座有人反对这对新人的结合吗？等等，哥，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切，虚惊一场，别理那傻子，咱们继续。白清霄叫你早点来，你干嘛去了？姨妈，我的车半路坏了，我用我两条修长的腿跑着来的。哟<呦>，表哥眼光不错，新娘子很漂亮吗？什么？又来一个觊觎妈咪的家伙？嗯嗯、请问在座还有人反对吗？等一下，这又是谁啊？只见一头银白秀发的男人闪亮登场，那不是影帝齐墨堂吗？高冷登场的他瞬间戏精上身，零度，你怎么可以负我？什么鬼？ 这家伙又抽风了，这是什么惊天大瓜？稳坐小板凳，拿好大瓜，用力砍起来。卓宝气炸了，要从小板凳上雄起。好不容易把妈咪让给了爹爹，又来人搞事。齐墨堂，你这个大坏蛋，又整我爹爹！话音刚落，卓宝被白青霄一把拎起，小鬼，你就别捣乱。齐叔叔那是在考验你爹爹。齐墨堂表面是个高冷孤傲的实力派影帝，私底下其实是个逗逼二货，经常扮演孕妇搅黄我的相亲，扮成已故林老爷子吓零度，还特么变态。有一次假扮零度突袭我的沐浴现场。 不过好像真的有好戏上演了，赶紧抓好手中的爆米花。只见林度一个死亡眼神杀齐墨堂，你找死啊！你现在都为了一个女人凶本宝宝，那晚你在床上可不是这么说。这家伙来劲了，怎么破怎么破，在线求助。石唯一走到林度身边，微笑着交给我。林度傻眼，他能有什么方法？只见石唯一递给齐墨堂毛巾，来姐妹，擦擦你的眼泪。齐墨堂直接拍掉了石唯一的手，你这个妖女，快把我的林哥哥还给我！好家伙，玩的这么真，的看来要出绝招了。嘤嘤嘤，我哭给你看。 石唯一哭得梨花带雨，把它还给你，我怎么办？老天为啥要折磨我？好不容易找到心爱的人，怎么一个个都来欺负我？齐墨堂顿时傻眼，演技不够用，智商也不在线。石唯一接着演：我从小就被坏人拐到山沟沟里，还瞎了十几年，好不容易治好了眼睛，也被父母找回了家，又被男朋友劈腿，姐姐现在有机会嫁给七爷，眼看这幸福就在门前，临门一脚你又出现！天啊，这编剧力量太强大，信息量好大，脑子不够用。只见石唯一绝望地想要离开。 外面刚好有一条江，我祝福你们。什么跳江？吃瓜群众无不目瞪狗呆。石唯一一脸得意，敢跟我飙演技，老娘可是有练过的。眼看大事不妙，齐墨堂立马拉住了石唯一的手：“姑娘，我错了，你留下我走。大家我澄清一下，我只是林渡的好哥们。石小姐，你放心大胆嫁给他吧，以后谁敢跟你抢？我跟谁急。还有姓林的，你若欺负石小姐，我打爆你的狗头。就这么容易就收了一枚二狗子 CP，果然傻子的朋友都是呆子。好了，不用送了，我还要回剧组。” 祝你们百年好合。闹剧结束，老公，继续我们的婚礼吧。这个女人，她才是戏精中的战斗机。那么婚礼继续，请问在座还有人反对吗？林度瞅了一眼神父，你再问恐怕要扔去喂塞巴斯蒂安了。这里解释一下，塞巴斯蒂安是林度养的小宠物黑豹。那么现在，请新郎新娘互相亲吻对方。石唯一主动亲吻了林度，林度傻眼。白青霄喷出了一口八二年的蒸馏水。我表哥堂堂林氏集团大总裁，竟然被老婆强了，这是什么天大的新闻啊！小叔叔，请合上你的大嘴，冷静。 臭小子，注意你的措辞！什么叫被强？不过唯一这孩子真心不错，终于能找到人能治阿杜，简直不要太开心。林度羞涩捂嘴，女人，你撞到我的门牙了，你就这么急不可耐吗？急谈不上，我想接吻，你刚好有嘴，那我就会上去而已。话说七爷，你也太铜墙铁壁，怎么撬都撬不开，真无趣。林度怒了，他直接用嘴攻击是唯一的嘴，两人一番较量，胜负难分上下。片刻后，两人意犹未尽停下，夫人怎么样？ 还无趣吗？刚才本总裁的吻打几分呢？勉强合格六分吧。林少的吻技像吃小孩似的，让人害怕。那我再一次补个四分。林度这土味情话信手拈来。宾客们没想到今天吃席的主菜是狗大伙都吃得饱饱的，感觉往后一个月都不用再吃饭了。女人是世人眼里的草包。二小姐，姐姐联合闺蜜其他辱她，没想到她是王者归来，分分钟打脸众人。婚礼上时，唯一和林度满脸洋溢着幸福。此时是分家和狗绝却在谋划着如何勾引林度。狗绝也太狗了。 十分家稍稍甜言蜜语，他就愿意头顶青青大草原。真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十分家怎么也想不到，狗飞也是来抢新郎的。老娘才是林氏主母，你们都等着给老娘舔脚吧。婚礼上好友发言环节，狗飞开始羞辱石唯一，明面上称赞他善良，其实是嘲笑他是个文盲。石唯一翻他几个大白眼，静静看着他表演，现场气氛顿时凝固，众人议论纷纷。此时，一位林氏族老站了出来，并怒吼道：“我们林氏怎么能娶一位连书都没读过的文盲呢？”够了。 更衣归来的林度眼神能杀人。我娶老婆，难道要你同意啊？见识家主的威严，老太太低头鞠躬，不敢，不敢。只是他真的不配。林度一把搂过石唯一纤细的腰肢，温柔道：“夫人，他们说你不配，你觉得呢？配啊，我绝配，顶配，官配，天仙配。”文言和必池也坐不住，他指着石唯一骂道：“你一个没读过书的文盲，怎能与七爷相配呢？”今天大家都约好来欺负妈咪。卓宝不开心，卓宝要黑化了。只见屏幕上出现了让众人目瞪口呆的信息。 是唯一龙鳞学院的毕业证。又到了天才青年白青霄给大家科普的时间。龙鳞学院是世界尖端学院，有着世界级教学环境和师资队伍，专门培养各路世界天才。由于毕业门槛极高，能毕业的基本都是超级天才，也就是说是唯一不是文盲而是天才。夫人，你真的是深藏不露吗？有秘密才更有魅力。不过龙鳞学院的资料几乎相当于国家一级机密，这又是怎么泄露啊？此时大家不知道的是，卓宝还有一个隐藏身份。 他是国际顶级黑客组织饕餮的核心人物之一，调出资料轻而易举的事情。打假风云很快就结束，闹事的人也被赶出宴会场。卓宝，谢谢你今天为妈咪解围，妈咪该怎么感谢你呢？卓宝今晚想跟妈咪一起睡，你做梦，敢抢我老婆，儿子也不放过。卓宝委屈督嘟嘴，爹地和妈咪难道要背着卓宝干坏事？婚礼结束已到晚上，石唯一换上性感睡衣，半支着身体靠在床前。洗完澡的林度出来看到后，居然问石唯一是不是闪到腰？天啊，你这个大直男！ 石唯一在撩你，撩你懂不懂？人生的四大喜事莫过于洞房花烛夜。只见林渡缓缓走到石唯一面前，掀起了床单放在地上。七爷，你要打地铺啊？想什么呢？这地铺是给你打的。什么？这个男人有毛病？新婚第一天就让人打地铺？不对，上一世明明对着人家狼吞虎咽的。 老公，这生物还是要靠自己积极争取。下一秒，石唯一直接扑倒零度，霸道表示我不仅要睡床，还要睡你。闻言，零度反手围攻，直接将石唯一压在身下。他凑到石唯一耳边调侃道：“石小姐，为了得到我，看来你有备而来呀、啊？对啊，我煞费苦心，只因我太爱你。七叶不也在众多名媛中一眼就相中我了吗？这大概就是一见钟情吧。”说罢，石唯一的唇缓缓向零度靠近。啪一声，零度甩出了一份文件拍在石唯一脸上。此时，零度已经站了起来，俯视着石唯一，开玩笑。 我不相信一见钟情，而且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赶紧把文件签了，好吧，好吧，你是老大，你说了算。这里故事发展跟上一世一样，新婚之夜，零度让我签了三年结婚契约，但是这个大尾巴狼一次次延长契约时间，甚至想把我囚禁在他身边一辈子。想着上辈子的憋屈，石唯一现在更想牢牢捉住眼前的男人。他笑得有点诡异，想让我签字，可以，不过七爷要先履行夫妻义务。说时迟，那时快，零度的衣服被扒下了一半。女人，你是想挑战我吗？ 好，我成全你。林度一把将石唯一抱起，叭叭叭对石唯一说教了一番，石唯一瞬间兴致全无。七爷，难道你真的像大家传的那样？不行！下一秒，林度捉起石唯一的手，把他反扣着压在了身下。二小姐，我行不行？跟我想不想，这是两码事。林度心想，本来娶你就是因为卓宝喜欢你，更何况你能不能成为林夫人，那也要我说了才算。石唯一还没有放弃。七爷，你愿不愿意是你的事，我二小姐明人不说暗话，我就想要你。这个女人太虎了，我是男人，我不能怂。 林渡淡定坐在沙发上，笑道：“石小姐能不能得到我，就看你这三年里的本事了。”石唯一笃定看向林渡，当然，你迟早是我的。男人养了一只小宠物，谁欺负媳妇就让谁当他食物。林渡带着石唯一来拜见祖母，虽然林母对这位新媳妇称赞有加，但是祖母也想亲自长长眼。祖母沉默片刻后开口：“阿杜，你这婚结的太草率，冲喜就是迷信。祖母吃个橘子消消气，讨个彩头而已。加上您和母亲不一直盼着我成家吗？卓宝那关不好过吧？” 婚礼前，卓宝哭了，说什么都不让我嫁给他爹爹，让我等他长大娶我。一姐那该死到无处安放的魅力。卓宝三岁的时候请了早教幼师，结果那女人意图不纯，想通过卓宝接近零度，然后对卓宝做了很多过分的事。自从那以后，卓宝对女性就越来越抗拒。听了卓宝的遭遇后，石唯一顿感心疼。突然，零度捉起石唯一的手，笃定告诉祖母，那天游轮上卓宝多次表现出对唯一的喜爱，我就决定非他不娶了。突如其来的告白，石唯一愣住，不对。 感情我还母凭子贵，演戏谁不会？祖母放心，我向您保证，以后我绝不会亏待卓宝。看着两人同心为孩子，祖母也不好为难。希望你以后用心教育孩子。所有的对话正好被茶妹听了去，只见她端茶递到林渡面前，讨好似的让他品尝，接着又拿起另一杯送到石唯一面前。下一秒故意把茶打翻，烫伤了石唯一。茶妹连忙道歉，可拙劣演技早被石唯一看穿。林渡立马关心带他去上药。只见石唯一不在意，甩手说不要，只需要一张纸就好。绿茶瞬间傻眼。 难道他发现我在演？祖母还是不放心，让林度带唯一去上药。是唯一笑着说谢谢，便被林度牵着离开。是唯一的十大体让祖母感到一阵心疼，完全没理会一旁茶妹的挑拨。不过茶妹的喋喋不休让老人家受不了。木木，够了，你那杯茶还需要我多说吗？看来家里是容不下你了。舅奶奶就送你去安国留学吧，等你学有所成回来，再给你找一位如意郎君，你就断了对阿杜的念想吧。茶妹说什么都不想走，哭着要在老太太跟前尽孝。老太太明白她的一厢情愿，迟早害了她。 他轻抚着茶妹的头，让她不要再执迷不悟，再犯错恐怕会保不住她。茶妹果断答应。另一边，石唯一也包扎好了。林度命佣人叫申木再泡一壶茶送来。这么喜欢喝他泡的茶呀？你吃醋了呀？男人，你没搞错吧？吃醋是不可能的好法，好伐？姐，我是吃了枪药，你就等着看姐怎么百发百中吧。七爷，您要小心哦。林度侧目瞟了一眼石唯一，你真行，还有心情嘴炮。刚烫成猪蹄的时候，怎么就不见你吭一声？切<七>，这种小伤，当年在龙陵都不知道受过多少回。林度不可思议盯着他。 脑里嘴里都只能蹦出两个字：怪物。石唯一朝零度放了一波电，你看过我这么美若天仙的怪物吗？呵呵，女人你太狂妄了，我不跟你玩了。片刻后，茶妹、茶里茶气出现，只见石唯一立马把自己送到零度面前，他搂住零度，老公，你这么爱喝茶，以后我每天泡给你喝好不好？茶妹一脸阴沉，心里暗想：七爷明明只爱喝我泡的茶。表哥，您要的茶。下一秒，零度直接把茶打翻，表哥，好疼！茶妹疼痛无首疼就对了，毕竟我故意的，要不又浪费一杯茶。 茶妹被零度始料未及的回答整懵，表哥，你说什么呀？人家听不懂。零度也没必要跟他解释更多，直接上来给他警告：下次再敢把水洒在我老婆身上，你的两只手干脆剁了，给塞巴斯蒂安当夜宵。茶妹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立马怂了，他下跪求放过七爷，我再也不敢了。见状，零度也不跟他再计较，你先下去吧。正当茶妹起身离开之际，石唯一叫住了他：“唯一小姐，您还有什么吩咐啊？”“吩咐倒不敢，我只是希望你以后对我改个称呼，以后请叫我少夫人。” 石唯一完全把他这个老夫人的远房外孙女当佣人，茶妹却敢怒不敢言，毕竟旁边还坐着个大活人。林度怎么没听懂吗？茶妹明白当前形势对自己不利，她只好假装卑微鞠躬。是少夫人，心里却还在暗戳戳想弄死石唯一。石唯一就是喜欢看着他想弄他，又不能把他怎么着，大快人心。可是感觉还是差点什么。只见他立马展开撒娇模式，七爷，人家疼，要呼呼。林度蒙圈，这女人演上瘾了。好吧，看在你因为我才烫伤的份上。 我满足你，呼呼呼！帅气的老公给你吹吹。石唯一趁着零度向他靠近，在他的额头亲了一口，大大的声音足够让茶妹知难而退那种。亲爱的，刚才以为你爱喝深木的茶，是我误会了你。这个吻是给你的道歉了。头疼，这个女人动不动玩偷袭，而我竟然开始有点上头。男人，你要坠入爱河。三十岁老父亲居然抢走了三岁儿子的饭饭，于是儿子决定长大后把他老婆抢走。面对要吃肉肉不吃菜菜的卓宝，身为亲爹的零度都要投降。 石唯一却说他有方法。晚上放学，卓宝迈着小碎步快乐到家，欢迎回家，小少爷。茶妹被直接无视。卓宝只想找妈咪，来的正好，还有最后一道汤。卓宝迫不及待要妈咪抱抱。上一秒还沉浸在欢乐中的卓宝，立马捂住小心脏，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压得我喘不过气的，不是爹地布置的课业，而是想念妈咪的心。小萌娃的土味情话脱口而出，谁说不是零度亲生的？看着相亲相爱的母子，祖母一脸难以置信，不是亲母子胜似亲母子的感觉，有点微妙。 不过他们的母子情能否承受住一盘炒蔬菜的分量呢？片刻后开饭了，茶妹一脸不怀好意，将一盘蔬菜端到卓宝面前，盘里全都是卓宝讨厌的菜菜。卓宝憋着一脸难受，茶妹见状立马上前劝说：“小少爷，您不要怪少夫人，她也是心疼您才。”说着，她想把菜菜撤走，怎料卓宝伸手一把：“没关系，妈咪做的，卓宝要吃。”看着卓宝犹豫的样子，是唯一一个眼神暗示零度：“你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下一秒，卓宝的饭饭被零度一把夺走。 他不吃，我吃，毕竟是唯一辛辛苦苦做的。臭爹地，那是妈咪给卓宝做的。说时迟，那时快，小猫饭团已经被零度切开并送进嘴里。你不爱吃，那就当做给我吃的了。嗷、哦、呜，猫咪这么可爱，你怎么可以吃猫咪呢？一旁的时唯一看着父子相处，真心为零度的老年生活捏把汗。他就不怕被拔氧气管吗？嘤嘤嘤，爹地是大坏蛋，我会全部吃光，一点也不给你留。你今晚就喝西北风吧。 本想演演戏的零度，结果因为饭菜太好吃，一口接着一口。石唯一脸上写满了幸福，看着他吃。此时的卓宝已经酸成了柠檬精，不行，这样下去，爹地不仅抢走我的饭菜，还会把妈咪抢走的。卓宝立马踏上夺宠之路，我愿意吃菜菜，不过要妈咪喂喂。这边零度已经光盘，爹地怎么可以这么对卓宝？这个复仇者联盟我是入定了。卓宝，要不你和妈咪吃一份？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卓宝立马开心起来，妈咪最好，妈咪喂我，好，妈咪喂。石唯一勺起一块西兰花。 嗷呜！Oh, 卓宝竟然吃下去了，众人震惊不已。卓宝，肉肉和菜菜都要吃，才可以长高高哦，以后才可以保护妈咪哦。对的，我要快点长大，把妈咪从坏蛋爹地那里抢过来。嗯、虽说童言无忌，可林度听到有人要抢自己老婆，对方还是自己的儿子，心里莫名有股醋意。祖母看到卓宝听时唯一的话吃菜菜，也是一脸欣慰，还嘱咐他以后要好好教导卓宝。奶奶放心，我一定把卓宝当成亲生儿子对待。一旁的茶妹看不过眼，开始作妖。 少夫人真厉害，连老夫人在小少爷那都讨不到半分好，你居然能让小少爷听你话，想捧杀我没那么容易。深木小姐，老夫人疼爱卓宝，卓宝敬爱老夫人，何来讨好一说？祖母，您的人那是越来越会说话。林渡笑里藏刀，茶妹立马下的汤都打翻，最后祖母忍无可忍，只好把她送去了郊外农场喂猪。回头祖母安抚石唯一，保证不让深木出现在他们眼前。喧闹之下，卓宝已经默默光盘，表示明天还要继续吃妈咪做的饭。当然可以啊。 看着老婆和儿子亲密的行为，林渡瞬间老醋成精，傲娇的他还不敢承认。下一秒，卓宝被一双大手提起。男子汉不该过分依赖母亲，你以后不娶老婆吗？不娶老婆没孩子，小心住养老院。护士姐姐悄悄掐你屁屁，卓宝立马反应过来，那我娶妈咪当老婆就好了。真的听不下去，了。儿子竟然要撬爹地墙角，再见。林渡随手将卓宝丢给钟书，带他去写作业，写不完不许睡觉。爹地，你这是报复？还有你吃醋了？ 看着零度跟儿子吵架的样子，石唯一居然觉得他有点可爱。半夜敲响你房门的，有可能不是鬼，而是你慈祥的老父亲。儿子只是说要抢走爹地的老婆，爹地就怒拆人家房门，还嫌弃卓宝房间老气横秋。呵呵呵，爹地你少女心泛滥安排的死亡芭比粉，卓宝实在看不懂。零度摩拳擦掌，允许你再说一遍，爹地要生气了。卓宝怕怕，奥特曼来了都要哭着走。然后卓宝只是被摸了摸头，看来爹地也有烦恼。 他问卓宝为什么喜欢石唯一，卓宝要笑死。原来爹地嫉妒我睡不着。叮当、嗯，果不出所料，爹地是来揍我的。忍着疼痛，卓宝一脸认真问林度：“那爹地那么多女人，你为什么喜欢妈咪？”林度嘴硬：“我不喜欢她。”谁说我喜欢她？双重否定就是肯定。只是她在那么多人中最适合当你后妈。那么爹地因为我才娶的妈咪，那你们会离婚吗？林度表示要看石唯一表现。卓宝怒了：“什么鬼？我忍痛割爱，爹地却爱要不要？你气得跺脚都没用。” 反正她都是我老婆。嗷、哦、呜！爹地是大坏蛋，我一定要把妈咪抢回来。好啦，你去进士家训一小时。嘿哦！爹地，我讨厌你。回到房间的零度，回想着卓宝提出的疑问，选择时唯一的原因到底是美貌？我堂堂大总裁怎么会这么肤浅呢？聪慧也就跟我差不多，家世比他优秀的多了去。这世界性的难题，零度聪明的脑袋瓜也不够用。只是婚礼上的一幕幕显现眼前，这酥酥麻麻的感觉有点上头，还有那果冻般的嘴唇让人无法自拔。 想到这，零度一脸处难羞色粉瞬间涌上了帅气的脸。就在此时，石唯一推门而进：“七爷，是栗子蛋糕吗？”零度看着石唯一的果冻唇，羞涩别过脸。下次进来记得敲门。石唯一立马坐在零度旁边，语气稍带诱惑：“哇呜，好香啊！”说着，石唯一贴上了零度的脸。林总，要不试试？只见林度挪着屁股后退了半步。林总，你这后退半步的动作是认真的吗？很好，你激起了本小姐的胜负欲，看我不是探死你！ 你不吃啊？那我就拿去给卓宝弄。不许去！零度回头一个死亡眼神杀。吃夜宵对小孩身体不好。果然他还没消气。卓宝那是童言无忌。你是爸爸，对自己的仔仔要温柔些。我也想给他一个美好的夜晚，但最终是他把自己作进了禁室。这个爸爸有点恐怖。如果我是仔，我也怕怕。看来今晚我要去陪卓宝睡了。什么？醋精霸总又上线？只见石唯一直接被扑倒。石唯一，新婚第二天你就要跟我分房睡，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夜生活不和谐吗？石唯一错愕。 林少，你莫不是对夜生活有什么误解吧？粉丝们也不傻呀，你是在暗示我。林渡边说边解开睡衣的纽扣，半路的胸肌时，唯一捂脸表示太害羞了。不过这个角度，侯杰有点小性感。石唯一心想，这招欲擒故纵有点好用，他要得逞了吗？霸总一秒识破并变脸无情推开石唯一，你想得美。此时热血沸腾的林渡假装淡定，转身往浴室方向走去。石唯一静静看着他作，心里暗想：你在挣扎，迟早也是我的。 素金姐夫遇上护姐狂魔，一见面就掐。傲娇爸总吃醋，吃到小舅子家。我们是合情合法合理的夫妻，我管你同意不同意。两人的战争蓄势待发，太幼稚了。石唯一实在看不下去，必须支走一方。七爷，我跟小陈单独聊会，可以吗？媳妇开口。七爷酷酷离场，不屑正面刚，只好背地瞄。零度立马让人安排花园监控。花园里，石唯一劝小陈好好跟零度相处，怎么说也是姐夫。石晨勉强答应。小陈，明天咱们回石家一趟。听到石家。 小陈是举双手双脚反对，石唯一解释回去是为了夺回继承权，免得便宜了那两只汪汪。我们姐弟才是石家合法继承人，更何况母亲留下的财产怎么能便宜那些人呢？小陈也确实不甘心，而且想到夺回家产还能保护好姐姐，他同意明天回去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说着说着，小陈慵懒躺在姐姐的大腿上，我想妈妈了。此时林度在监控室里看到了一切，他秒变大醋缸，这姐弟俩也太亲密了。只见石唯一眼神有点忧伤，他也想妈妈了。半年前母亲因病去世。 就没有了家。葬礼当天，石川穿的一身喜庆就要来抢儿子，想想就恶心。不过现在姐姐成家了，听到这，小陈还是反对石唯一这段婚姻，实在太草率了，甚至劝他趁民政局没下班，赶紧去把婚离了。石唯一愕然，刚刚不是说好不为难零度吗？怎么又来？零度其实人挺好的，除了有点刁钻，没半点毛病。石晨又表示，传闻他好像那方面不太行，但他没有对你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吧？监控室的某人快气炸，我真的谢谢你哦，小舅子。 操心到这个份上，石唯一一脸娇羞，不允许说我老公不行，他可生猛了。小陈瞬间石化，在那方面，姐姐难道已经彻底被零度征服了？你放心，姐姐还是很幸福的。石唯一真会编，差点自己都信了。既然到这个份上，小陈还要提醒他一定要做好措施，搞出人命就无法回头。石唯一好想告诉他，他已无痛当吗？零度一脸腹黑笑，像是憋了大绝招。此时管家出现在花园，家主请时辰少爷用午饭，请移步餐厅，随手又递给石唯一一把钥匙。 家主为您设计了一个鞋屋，一共几千双，还说了石晨少爷送您的鞋可以换掉。石唯一尴尬笑着接下钥匙，有钱了不起哦。片刻后，餐厅里火药味十足。姐，你最爱的糖醋小排。喂，吃鸡。石唯一看着老公和弟弟相处的像婆媳，瞬间无语。他得让两人有共同话题。小陈在学校里可是百万微博粉丝的校草，最近有女朋友吗？怎料又被零度捉住了炫耀的机会。七爷，刚刚您的微博粉丝破亿，热搜低，这明显不是石唯一想要的效果。 小陈突然问石唯一：“姐姐，你不缺人追，为何选了姐夫？因为他能给我一个真正的家。”林渡看着，似乎被石唯一的话感动了，他嘴角勾起浅浅的弧度，来吃饭。看着姐,姐姐姐夫相亲相爱，时辰一脸我就是多余，抛撒姐弟回家，手撕恶毒家人，只为夺回母亲遗产。石家大门，一群人恭敬点头哈腰，见到只有时辰和石唯一的瞬间，立马变脸。林七爷是身体不舒服没来吗？石唯一冷冷表示他单纯只是不想来。 闻言，石父一边怒斥石唯一为所欲为，一边心疼为迎接零度所花费的钱财。时辰庆幸零度没来，不然该看到这些人丑陋的嘴脸。毕竟当年奶奶把我卖给人贩子，爸爸婚内出轨，姐姐抢我未婚夫，这桩桩件件哪一件不害人听闻？爷爷一个眼神，奶奶瑟瑟发抖。我姐就是牛叉，打蛇打七寸，这群人瞬间闭麦。奶奶真的是撞枪口达人。 乖孙，你妈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好菜，先吃饭吧。时辰冷笑，我妈死了？你说的是哪个妈？现场气氛瞬间降到零度。就在何碧池以为好戏要上演之际，石唯一回头一个眼神杀。我们的妈妈只有一个，至于靠偷情上位的冒牌货，连给我妈提鞋都不配。闻言，何碧池想冲上去跟石唯一干一架。就在此时，爷爷震怒，闭嘴。随后让石分春赶紧带那婆媳俩去楼上好好反省。毕竟现在石家还要靠林家扶持，必须得依着他。下一秒，他笑嘻嘻,嘻请石唯一姐弟坐下。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以后爷爷会加倍补偿你们。石唯一笑着答应，但是他肯定会找机会报复回去。爷爷，今天我们回来主要想说一件事，小陈已经十八岁了，应该给他安排一些企业管理的培训计划，也好为他继承公司打基础。一旁的十分家顿时傻眼，原来他是回来争夺家族继承权。他不爽到开始茶言茶语，不是说不想跟这个家有关系吗？怎么突然想继承家产？难道是听了谁的挑唆？这么一说，石父也疑惑了，爸，你还真的不会抓住重点。 大姐的意思是说，我撺掇小陈侵吞石家的资产，被一语道破的茶姐尴尬万分。妹妹，你误会了。石唯一晒出鸽子蛋大的大钻戒，不灵不灵的闪瞎众人的狗眼。我老公有的是钱，谁在乎石家那点家产？不过大姐这么问，莫非你对石家产业有企图？十分家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我的本事有目共睹。至于家产，我并没觊觎的意思。石唯一无视他的解释，并直接对他：第一，你的名声已经臭了，不再具备继承人资格；第二。 芬芳娱乐那些漂亮的报表，实际是有水分的。第三，既然大姐没有觊觎之心，干脆退出十家核心层，去度个假。怕是分家还没死，时辰补刀，正好大姐可以带未婚夫一起去海边走走。听说她已经被踢出狗家管理层，姐弟俩配合的天衣无缝，没有比这更解气的宫斗剧。十分家被气到呕血，准备放大招，只见他拿出手机，众人瞳孔地震。 手机里全是石辰和一些商界大佬的亲密证，爷爷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就让石辰滚出石家。尽管石辰解释照片是 P 的，此刻石唯一上前表示他来处理。说时迟那时快，石父夺过爷爷的拐杖就想打死石辰，石唯一一把握住，我这里有当晚的监控。石唯一拍拍手示意专属侍女小丽闪亮登场。监控里石辰除了喝倒了几位大佬，其他事情什么都没有做。方才我找到了照片原版，十分加立马怒吼：“刚才的就是原版！”只见石唯一笑道：“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原版照片里的人竟然是十分家，别说多辣眼睛。面对活生生的证据，十分家还在狡辩。石唯一立马再放出实证，我还查出了照片流出的 IP 地址正是十家别墅的某部新款橘子手机。闻言，石父震怒，啪啪赏了十分家几个大嘴巴子。最终，十分家被踢出十家管理层，同时姐弟俩顺利拿到妈妈乔氏产业的清算资料。但显然，产业早被何碧池母女掏空，甚至恶性负资产了、啊。妈咪存款二百五。 儿子却有十个亿，师唯一回师家忙活半天，结果母亲的资产清算恶性负资产，存款也只有二百五，别说搞事业，不饿死就算不错。夫人，你本想找你龙鳞师兄师姐借钱，没想到一个个不是残废，就是穷困潦倒，然后还要靠你的接济，别说了，我内心在滴血，但我不后悔，毕竟大家当年对我很照顾。就在此时，卓宝出现，随手掏出一张奥特曼卡片。 还扬言要养石唯一，石唯一单纯认为卓宝太可爱，谁知是自己太草率。奥特曼卡片的真身竟是十亿存款的存折。十亿虽闪亮，但是理智还是有的。卓宝妈咪不能花你的小钱钱哦，但是卓宝不想妈咪饿死，没关系，卓宝的小钱钱就留着娶媳妇吧。等妈咪赚钱了，就给你建一座动物园。卓宝开心到翘屁股。夫人，你还有一张七爷给的无限额黑金卡，随便刷。小傲娇石唯一就是不想刷，不过他终于想到方法，不能直接拿钱。 那就让零度投资。此时零度心里话：你都他妈的把我当人形提款机。卓宝悲伤逆流成河，同样是小钱钱，妈咪只愿意花爸爸。嘤嘤嘤！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石唯一带上企划案找到零度，滔滔不绝两小时，最后拿下了零度五百万投资。零度也只当给媳妇拿去玩，感谢林总投资，为你献出心脏。不过七爷，你突然这么大方，我有点怕。果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零度开始提条件：三个月没赚到零头，你就安心在家当少奶奶、啊。 这话怎么听起来像是威胁？但有一股狗粮香，石唯一信心满满，要我做到了，七爷是不是心甘情愿履行夫妻义务？成交！零度一副看好戏的表情，拿到钱时唯一第一时间通知小陈安排模特面试。听到这，零度脑海里浮现出肤白貌美大长腿的男模，可怕！那我这头乌黑的秀发不是要换闪吗？不，不借了，拿来说着就开始抢石唯一手中的支票。为什么我一个做女性向产品的人，开业礼上没几个性感女模撑场，说不过去吧？芜湖，零度你又想多了。 尴尬，嚯嚯嚯！七爷，难道你以为我要找男模？你错了，拜托，你们男人总把我们女人看得那么肤浅，在美女面前，帅哥根本不值一提。年少不知姐姐好，错把型男当个宝。零度蒙圈，这女人局里局气的，难道把我当同夫了？果然，这个时代里，老婆身边的男人要防，女人更要防。你还是拿回来吧。石唯一傻眼，这男人的醋意足够杀死石唯一方圆几百里的生物。七爷，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啊！眼看说不通，石唯一深深叹了一口气，哎。 果然儿子比老公靠得住。只见林度直接拦住了石唯一的去路。行，还给你，大不了我去找卓宝借小钱钱，以后我只给卓宝一个人做饭饭吃。就在此时，一阵怪风把支票吹走了，眼看支票就要逃跑，石唯一想都不想就踏上了窗台，跟着支票跳了下去。还好下面是泳池，林度脱下名贵的西服，跟着跳下去。两声扑通，湿透的两人在泳池里站了起来。你这个女人脑残啊，从二楼跳下来到底怎么想的？石唯一没反应过来，林度拉起他的手，询问他有没有受伤。 林度肯定不知道石唯一在龙陵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这高度对他来说小儿科。这时林度急得抱起了石唯一，带他去看医生。难得他真情流露，不撩一下太可惜。石唯一哭着：“七爷，我的腿受伤了，支票也湿了，都怪你。”林度虽然嘴硬，但是也见不得石唯一哭，他答应给他重新写一张支票。石唯一又捉住了机会，他迅速抚着林度的脸，吻上他的唇。此时屋内的林母听到两人跳楼的消息，吓到以为林度发病要把石唯一杀了。 结果来到窗前，就看到了两人如胶似漆的一幕，心头大石瞬间落下，心里还窃喜，照这个速度发展，很快就可以又添一位孙子。同时，林母真心希望石唯一的温柔乡能成为治愈林渡的良药。防火防盗防兄弟，冤种大兄弟有俩。军火大佬邀请他老婆看音乐会，房地产巨头甚至送他一栋楼。该怎么破？在线求助，挺急的。林渡拨通石唯一电话，告诉他自己有两个兄弟想见见他。石唯一笑着答应跟小陈一起去，可石陈才不想见到爱装 C 的姐夫。 此时电话里传来了白青霄挑衅的声音：“哎呦，嫂子，弟弟该不会觉得自己拿不出手吧？这两人没见面就火药味十足。”林度避免白青霄被揍，立即挂断了电话。白青霄妥妥的胸控一枚。我哥有钱有颜，宇宙第一。半小时后，石唯一闪亮登场。亲爱的，我来了。林度回头看了一眼，没啥表情。来了，其实内心开心的要死。只见他上前搂住石唯一的小蛮腰，面向众人介绍自己的老婆：“我夫人，石唯一，我兄弟。” 长天、坤南风，只见两位大佬紧张到不行，摸摸着，搓搓那的，久久都没有回应。零度一副看傻子的表情看着两，你俩罚站吧，过来呀、啊！两位大佬瞬间变成幼稚鬼，你站前面走不行啊？不用，后面挺舒服的。这么看来，石唯一的美貌除了征服了零度，还把两位大佬迷得神魂颠倒。从来没见过兄弟这般扭捏的零度，顿时一阵无语。你们这是在害羞吗？石唯一扑哧笑出了声。没想到军火大佬和房地产巨头竟然这么纯情，石唯一主动跟他们握手示好。 长天憨憨上前，弟妹好，听说你是龙陵的，改天一起打枪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吃醋，零度立马上前拍开长天的手，都人妻了，打什么枪啊？那我请弟妹去听音乐会，我怎么记得你这位糙汉听巴赫会睡着还打呼噜？石唯一尴尬后退，这塑料兄弟情。就在这时，坤南风悄咪咪来到石唯一身后，指尖轻轻戳了戳他肩膀，随后递给他一个红本本。石唯一礼貌接过，打开一看，瞬间傻眼了、啊。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大佬居然送一栋楼当见面。坤先生，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此时白清霄拍了拍石唯一肩膀，嫂子，你就当替我哥收着吧。此时石晨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一把抓住白清霄拍石唯一的手。大叔，听说你要给我做心理辅导？被叫大叔，白清霄急眼了，我这风华正茂的哪里像大叔？你爱絮叨别人家的闲话，这不是欧巴桑是什么？这两位幼稚的弟弟，你对我一句。 我呛你一句，谁也不放过谁。接下来，大兄弟两人竟然又开始了才艺表演。石唯一看得着迷，林度看着恼火。下一秒，长天拿出了大红玫瑰，弟妹送你。林度傻眼，这个傻憨憨深藏不露，还搞浪漫。石唯一不客气接过了花。林度一个眼神能杀人。石唯一感觉到后脊梁凉飕飕的，小脑袋瓜灵机一动，立马转移话题。上次婚礼我都没有丢捧花，今天补上。零度时去见台阶就下，他搂住石唯一的肩，就让你们这群万年单身汪沾沾我们的喜气吧。 哈哈哈！哈，这位兄弟是不是有毛病？有媳妇有什么了不起？老子有的是自由，自由你懂吗？话音刚落，时，唯一的花一下子就抛出了。见状，两位本来不屑的大兄弟马上跳起去抢花花。结果花花正中了两位正在干架的弟弟怀里。见状，零度笑道：“听说接到新娘捧花的人就是下一个要结婚的人，看来你们两人有缘，有缘。”此时，两位弟弟四目相对，辣眼睛。我先吐，我吐的比你更多，恐怕这阴影此生都无法治愈了。 看着弟弟们的反应，石唯一笑得更开心。唐天瞥了一眼石唯一，表情有点凝重，仿佛想到了几年前 Z 国通缉的头号犯人。不过据说那女人对花粉过敏，石唯一却能拿着特制的玫瑰那么久，所以是我看错了吗？还是等调查清楚再告诉阿杜吧。亲爹去学校接儿子放学，却认不出自己儿子。傍晚，林渡和卓宝到家，父子俩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嗯、这又是搞哪一出啊？石唯一没来得及安慰卓宝，林渡悄悄把他叫走。林渡解释。 接卓宝的时候，正赶上了幼儿园排练舞蹈，所有小崽子都穿上了玩偶装。我认不出卓宝，避免尴尬，我跟小鹿亲亲，小企鹅抱抱，还有小猫举高高。结果站在最后的那只兔崽子才是卓宝，然而他默默看着我跟其他小崽子做了一些跟他从来没做过的举动。此时卓宝内心，爹地是大猪蹄子，然后他就不理我，换我也不理你。石唯一看着卓宝可怜的小背影，他喊住了他：卓宝，舅舅在妈咪房间，你要去跟他玩不？不开心是什么？ 爹地又是哪根葱？卓宝瞬间开心回头，那个长得像小金毛的舅舅吗？零度顿时傻眼。我是你爹，也没见你那么期待过。卓宝气鼓鼓看向零度。卓宝几月几号生日？零度脱口而出：十一月八号。Game over。而他爹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一月十八号、啊？尴尬，大写的尴尬。打扰了，我先走。十唯一房间里就剩二人，相见恨晚。舅舅，卓宝觉得你长得比这些所谓爱豆好看。要是你出道，卓宝愿意当你外甥粉。那到时候卓宝记得给舅舅打 call、哦。 就在此时，石唯一大脑袋瓜闪现了商机。小陈最近有个很火的选秀节目，你要不去试试？借这个节目打开我们工作室的知名度。小陈想了一下，答应了，并询问 solo 首秀需要的服装找谁设计。石唯一想了想，目标锁定了国际著名设计师醉妖儿，那个出了名傲骨，连欧洲皇室的面子都不给的鬼才设计师。闻言，小陈觉得我姐想的有点美。难道这个醉妖儿是你的朋友啊？并不是，只是上一世的记忆里，醉妖儿惨遭助理诬陷抄袭，业界封杀。 绯闻缠身，最后不堪重负，草草结束了自己二十九岁的生命，甚至死后多年了也没能沉冤昭雪。石唯一既然知道了真相，那帮他逆天改命，和他成为好姐妹，让他成为麾下一员大将，不就是小事一桩吗？接着，石唯一让小陈安心准备主打曲，说着说着，石唯一笑得有点诡异。醉妖儿就交给姐，包搞定哦。姐，你笑得有点好看。说起来，你还是醉妖儿的真爱粉，就她的海报你就收藏了一大卡车。哪里哪里，天啊！说起这个醉妖儿，妈咪居然害羞了。 卓宝赶紧拿小本本记下，妈咪的真爱是最幺儿，爹地最近有点糖分超标了，看我不给他加点醋。随后，卓宝一脸开心来到零度书房，妈咪的真爱不是你哦。卓宝很期待爹地吃醋吃到变形变丑的模样，可零度一脸淡定。下一秒，卓宝被钟叔直接拎走，罚禁是训练一个月，不许回家。爹地是个大坏蛋，最幺儿才是妈咪的真爱。嘴上不说，心里早就酸成老陈醋的零度打开电脑查起了情敌的资料，最幺儿，天才设计师，男儿身女儿心，这都是什么鬼？ 石唯一口味也太重了。林度心想，背后查资料不是我的作风，我要正面刚。林度来到石唯一房间，石唯一想，正好可以汇报一下工作室进展，去书房吧，就在这吧，我等会直接睡了。夫妻分房睡违反了结婚契约。七爷，你人格分裂，之前我每晚去找你都吃闭门羹，我是小撩精，又不是舔狗。石唯一气场两米，林度下意识后退半步，我不需要你撩我，更何况你未必真心。说罢，林度转身背对着石唯一，石唯一不爽，真心遭质疑。 他上前抓住了林度的肩，一脸委屈：“我怎么对你就不是真心呢？”林度顺势握住时唯一的手，直勾勾盯着他，心里还是在一方才卓宝说的话。可现在这种情形，他也不好继续问。下一秒松开时唯一的手，早点休息。心想着等长天调查清楚时唯一再做打算。随后他转身离开，留下一脸蒙圈的时唯一。回到房间的林度有点后悔跟时唯一吵架。啧啧，这个口是心非的家伙。次日早晨，林母为两人备了中药补身子。闻言，林度阴阳怪气：“给他好好补补吧。” 之前在石家没少亏了身子，免得性格发育不完善，过于敏感，七爷才该好好调理调理，免得多情多心多梦多虑多疑多变。干了，谁不干，谁是小狗？林母尴尬看着两人斗嘴，这两人前不久才泳池吻，现在又闹哪一出？石唯一突然起身，母亲大人，我约人了，先出门，然后回头看向林杜七爷，我会晚点回，请给我留门哦。此时林杜一副我生气了，怎么都哄不好的样子。见林杜毫无反应，石唯一只好先走，太难搞了。 这个男人比上一世还难哄，林母真心为儿子抓狂。老婆给了台阶不下，反而还要跳到更高的地方，怕摔不死你哦。果然我生你的时候忘记给你生情商了，小别扭。零度，嘴里嘟囔着，我又没让他低头。看来林总还不知道什么是虐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豪门少奶奶拿着老公给的五百万，竟然跑到快餐店做起了厨子。早上还在傲娇的零度，竟然跟踪时唯一来到了汉堡店。正当他和师兄师姐举杯欢呼之时，他闪亮登场。你们好。 我是唯一帅气的老公，零度石唯一意外。你怎么来了？师兄师姐伸头围观。此时，零度笑得比哭的难看，心想这女人借了五百万，竟然跑来这垃圾食品店当厨子。零度坐下，石唯一为他介绍师兄师姐。据说师姐跟石唯一还是过命的交情。看着他们的相处，零度看出石唯一确实是真性情的人，不像是会背叛、欺骗那类人。 就在此时，林度感受到了一股寒流。坐在对面的师兄的眼神，像极了老丈人见女婿的仇视。七爷，你认识那么多青年才俊，给师姐牵个红线呢？闻言，林度一脸疑惑，因为他以为师兄师姐是一段。师姐摆手，别逗了，老鸡的孩子都上小学了。沉默了许久的师兄终于开口：“师妹，你刚才叫林先生七爷，夫妻间这称呼正常吗？”卧槽，谁说师兄不是审讯界大佬？就这一句话就能看出端倪。为了打消师兄的猜疑，石唯一立马上前抚摸着林度的脸。 我们都是七爷阿杜老公杜杜达令换着叫的零度 O.S. 时唯一，你还挺能编的，三言两语似乎打发不了师兄。关键是零度对时唯一的态度，让师兄觉得他一直在防着他。两人的关系被师兄一语道破，时唯一回想起零度对自己的态度，确实像师兄说的。难道他怀疑我嫁给他是有目的师姐突然大叫：“我想起来了，林先生，我看见过你和齐墨堂的绯闻，你该不会是形婚吧？”零度诧异：“是哪家营销号造的谣？我炸了他！”师姐激动拍桌。 林先生，请证明你是值的，证明你爱我师妹。现在，马上！林谷春深叹了一口气，拿起眼前的二锅头，一口就闷了下去。酒壮怂人胆，下一秒他揽过石唯一的脖子，吻上了他的唇。突如其来的吻，石唯一有点反应不过来，可下一秒他立马反客为主，两人的粉红泡泡充斥整个餐厅。欧梦，这内容不付费，确定咱俩可以看吗？放心，我们是正常的婚姻。夫人，既然师姐怀疑我和齐墨堂的关系，不如让齐墨堂和师姐见一面，让师姐亲自审。 随后，林度把好兄弟卖给了师姐，这是他的名片。晚上，林度抱着醉成狗的石唯一回到房间，林度都佩服他这酒量，竟敢干掉一瓶伏特加。不知道是酒醉还是灯光，石唯一显得有点好看。林度脸红，刚才餐厅发生的一切，他道歉道：“当时突然亲了你，冒犯了，我以后不会那样做了。”闻言，石唯一清醒坐了起来，扯住林度的领带：“不，你要继续保持。”天啊，这女人，你是在点火吗？说时迟，那时快。 石唯一已经把零度扑倒，我们先聊一下正事。你找人调查我了是吧？既然你都察觉了，我就告诉你。哈哈哈哈哈,哈！石唯一笑得有点狂。你的人太 low 了，我们都结婚两个月了，啥都没查清楚，还我清白！零度傻眼，这女人这清奇的脑回路怎么回事？随后零度坐起了身，正想要解释之际，石唯一用指尖堵住他的嘴。不，不用解释，反正清者自清。说着，石唯一紧紧抱住了零度。零度怔住，我查你，你不生气，因为我喜欢你，就喜欢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多疑。 傲娇别扭，不可以只喜欢你的帅气多金。突如其来的告白，零度的小心脏砰砰乱跳，气氛都到这了，零度不客气，抚上石唯一的脸，你尽管放马过来，我奉陪到底。石唯一 get 到了这是求偶的信号，来往这里亲一个，说好的奉陪到底，零度你这个送货还躲？听说多做广播体操有益身心健康，零度的脸瞬间泛红，没给他反应时间，石唯一就直接用嘴教训他，这个女人竟然借酒行凶，呜、哦，女人你抢我，难道我的霸总形象一夜崩塌了吗？ 不，我要反击！只见林度抓住石唯一的手臂，顺势推倒他。女人，这是你自找的。林度的唇渐渐靠近石唯一，突然用手挡住。等等，我喝酒了，先去漱漱口。喂喂，女人，你有没有搞错呀？气氛都到这了，你想逃啊？就在此时,时，石唯一已经睡过去了。零度无奈为他盖上被子。当他起身准备离开之际，石唯一突然拉住他的手。林度有点小开心，看来今晚能有美人暖床了、啊。这可是你主动的哦。三十岁老父亲一言不合就把三岁儿子送去孤岛上撸铁。 后妈为拯救继子勇闯孤岛，这天是唯一手撕渣男前未婚夫狗绝。本想去勾搭醉妖儿，却阴差阳错成了他的走秀模特，累成狗的他回到家，突然想起了好多天没见过卓宝。询问之下，得知卓宝被零度这个家伙送去进士训练。为了去陪卓宝，石唯一决定找零度谈判。此刻零度正在泳池里快乐玩耍，远在国外拍戏的齐墨堂打来视频电话，他怒斥零度给他安排的相亲恋爱是什么？本影帝只想搞事业，要不你先把墨镜摘了。果然影帝大大失恋你会哭成狗。 零度，别觉得你拥有了爱情就了不起。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爱情是什么玩意？能吃的吗？老婆也没什么特别，除了长得漂亮、乖巧、聪明，随口能飙乱七八糟的外语。传统女人的缺点，什么三从四德、相夫教子，她都会。你说气人不气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她抱起来真的好软。齐墨童贞子被零度的凡尔赛暴击的不是一点点。就在此时，远处有脚步声。零度秒懂，向白青霄扔去浴袍：“你嫂子来了，快滚去穿衣服。” 林度，你找我有事？这男人的身材要不要那么猥琐？石唯一瞬间脸红，话都不会好好说了。你你游完了吗？林度见石唯一主动找他，不撩一下都对不起自己。还没呢，怎么要一起吗？正当时唯一想上前说，正是石脚一滑，林度立马将差点摔倒的他揽入了怀里。你没事吧？我没事，就是你头发的水滴进我眼里了。你先放开我吧。下一秒，林度像小狗一样甩着头发。林少，你也太幼稚了。石唯一，你在玩欲擒故纵吗？随后，林度抱着石唯一坐下。 收好你的野心，免得又菜又爱玩。我哪有什么野心，有的只是一颗爱你的心。这女人有毒，好吧。说说找我什么事？我想去净室陪卓宝。林度挑眉，女人你有点勇敢，可是你要知道净室不是什么好玩的地方了。石唯一一脸天真，听说那是个离心岛上的小房子，用来给卓宝做训练场。难道岛上还有吃人的怪兽不成啊？林度眼神诡异，你猜？林度，你不是那么变态吧？石唯一来到离心岛对岸，通往岛上的路是座没有任何防护栏的浮桥。 更可怕的是，湖里竟然养满了鳄鱼。林度你果然是大变态，居然在儿子的训练场周围养鳄鱼。就在此时，被流放的茶妹突然登场。少夫人，七爷养的这些鳄鱼都是吃活物长大的，哟，你可得小心。哎呦，少夫人，口口声声说小少爷是您亲儿子，不会这点苦难都克服不了吧？茶妹这张嘴，钟叔都恨不得撕碎他。石唯一白了他一眼，就你话多。就在此时，一条小可爱突然朝石唯一张开了满是尖牙的小嘴。少夫人小心！只见石唯一一抬脚。 你们的小可爱毫无一声被踩在了脚下，下一秒他拔出双枪对准小可爱，这行云流水的一系列操作让茶妹惊掉了大下巴。就在时，唯一正想将小可爱送走时，钟叔提醒老夫人还病着，忌讳杀生。好不容易回过神的茶妹又作妖：“对啊，少夫人你还是老老实实走浮桥吧，万一杀生损了老夫人的阴德，你恐怕担待不起。只是可怜了小少爷，有妈像没妈一样。”就在茶妹一脸精彩欲云时，人已经不见了。 同时，上方响起了直升机的声音。只见石唯一已经坐在直升机上，看着下方。深木，你废话太多，你的 CPU 怎么还没炸呀？科技已经发展的这么先进了，谁还用脚走啊？看来你脑子不太好使哦！哈哈哈哈！茶妹被怼到脸都绿了，指着石唯一：“你凭什么坐上专属七爷和夫人的直升机？”石唯一甩他一个帅气的眼神：“就凭我会开。”话那么多，你就吃点叶子补补吧、啊。茶妹嘴里想骂人的话千千万，可惜人已飞远了。就在此时，刚才那只小可爱对着茶妹露出了善意。 可能他想跟他做好朋友，茶妹强烈拒绝。三岁萌宝不但要学会开枪，还要学会开坦克。卓宝看到石唯一高兴坏了，立马委屈出唧唧：“妈咪，你怎么才来看卓宝啊？”说起来也奇怪，石唯一对卓宝有种说不出来的亲近，才认识几个月，却有种母子连心的感觉。好了，乖，不哭，咱们回家。不行的，师傅说了，完成课业才可以回去。就在此时，训练室的门自动关上。石唯一 OS：踏马的这个地方进来困难，出去也困难。 石唯一看着墙上的机枪，卓宝，你都学会了哪些型号没有很多，也就 AK 四七、MG 四、HK 四幺六、汤普森 M 幺九二机枪。卓宝巴拉巴拉说了八百多种，KK 酱都记不住的机枪，最后一脸兴奋道：“下个月师傅就该教我开坦克了。”石唯一一脸不可思议，怪不得零度不让我上岛，这哪里是在培养小孩子，分明是在培养一台疯狂的战车。就在此时，卓宝饿得咕咕叫。卓宝，你没吃饭吗？下一秒，卓宝晒出师傅的拿手绝活。 红烧排骨，石唯一傻眼，这哪里是排骨，分明就是黑炭！天啊，这是要害人的节奏啊！就在此时，那个传说中在北非第三战场上流过血，为地下军队卖过命的陈周生来了。可眼前这位跟传闻完全不符的邋遢大叔是谁？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慈母多败儿。林七爷该好好管管自己老婆。陈老，关于卓宝的训练，我想跟你谈谈。厨艺差也不能害人了。卓宝在长身体，你给这黑暗料理他吃，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陈老心脏受到了一点暴击，这这。 也太好看了，话都不会说了，扭头就走。十分钟后，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了进来。你好，林夫人，鄙人姓陈，名周生，小卓的师傅。石唯一顿时吓掉了大下巴。大哥，你哪位？能把陈老还回来吗？此处，钟叔给大伙解释一下，虽然大家叫他陈老，实际他也才三十五岁，只是平时不爱打扮。正在监控室看得心痒痒的林度，一脸醋意。 然而白青霄却长了一张会说话的嘴。哥，你头顶的颜色看上去挺鲜艳哦。乖，去把门关上。白青霄傻傻关上门。哥，为什么要关门了？只见零度摩拳擦掌。最近你是不是筋骨不太舒畅？老哥给你按摩呀。两兄弟房内相亲相爱的声音此起彼伏。半小时后，零度通知助理准备东西出发离心岛，表示去补蜜月，顺便钓钓鳄鱼。呵呵，七爷，你的口味好重啊。入夜，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卓宝勉强找到了一个小角落，都快被零度挤没了。 快点睡，我和你妈咪还有重要事情要做。不要了，我就要妈咪抱着睡。父子俩真的见面就掐。突然，时唯一手机响起，喂，您好，原来是最幺儿的助理仙月打来，他话里话外就是希望时唯一贿赂他，才能给他工作机会。时唯一知道上一世他就是陷害最幺儿的罪魁祸首，他更不会惯着他。仙月姐放心，我绝不是那种花钱上位的人，我会凭本事保住名额的。见时唯一没有如自己愿，仙月恼羞成怒，对着手机另一头的时唯一劈头盖脸一顿教训。 石唯一可忍，零度不可忍。他拿起电话，不带脏字的教育了一番仙月这个小婊子。一旁的卓宝也帮腔，敢欺负我妈咪，卓宝要让奥特曼代表月亮消灭你。仙月骂不过，只好挂断了电话。这一家子神经病，石唯一想调出仙月身后的幕后主使，不能现在跟他正面刚，所以得忍。于是他找零度商量，蜜月下次再补，等他赚钱了就带他去夏威夷度蜜月。你再给我画大饼吗？零度有点小失望，但又死要面子。我明天也有工作，那就个忙个的吧。 石唯一立马就意识到林度生气，他指尖轻轻勾过他的下巴，轻声细语道：“七爷生气了。”被看穿的林度推开石唯一的手，大声道：“我有必要生气吗？管好你的爪子！”生气了，果然生气了。石唯一立马给林度一个大熊抱安慰：“你们有谁考虑一下卓宝的感受啊？”这是我见过最牛逼 plus 的亲爹，认不出儿子，记错儿子生日，这些都是小事。今天接儿子放学竟然把儿子落下，自己开车走了。故事开始。 餐厅里是唯一给小陈庆祝通过爱豆养成班海选，他打算给他找个王牌经纪人，目标锁定了斑马影业王牌经纪人蒋冰冰。不过近年来她几乎在娱乐圈销声匿迹，最近有消息传出她跟老公正在打离婚官司，争夺女儿的抚养权。更巧的是，蒋冰冰的女儿是卓宝的同学，于是石唯一想借接卓宝放学的机会接近蒋冰冰。次日下午，石唯一跟着零度来接卓宝放学，两人闲聊中得知齐墨堂对一个见义勇为的女生一见钟情了，现在发了疯一样满世界找人家。 看样子齐影碧也是个恋爱脑，为了不耽误你师姐，我建议给她另外再介绍高富帅。石唯一同意，但师姐现在在国外执行任务，等她回国再说。石唯一左顾右盼，等着蒋冰冰出现。突然，林度关心起他的工作室。石唯一兴奋分享他的劳动成果，旗下的模特在一些秀场保持活跃度，而他最近在啃一位国际著名设计师。林度一问，你不亲自走秀？石唯一震惊，不不不，我不走，毕竟大秀当天他是要跟人撕逼的，怎么可以让林度看到他张牙舞爪的模样？ 零度一下子就嗅到不寻常的气息，心里暗暗决定非要去看看不可。就在此时，幼儿园门口走出来了最后一个小朋友，他就是蒋冰冰的女儿恋恋。零度是唯一两人原地傻眼，所有小崽子都走光了。卓宝呢？爹地、妈咪？只见卓宝快乐的撸着串儿站两人身后，卓宝都站你们身后五分钟了，来吧，我亲爱的爹地妈咪，卓宝请你们吃我最爱的串子，垃圾食品不卫生，票令太高。下一秒，一家三口快乐撸串。七爷，我说你打脸的速度也够快的。 石唯一一眼就看出卓宝心里的小九九，明显就是在拖延时间，好等到小恋恋父母来接他。卓宝害羞撇过头：“我没有，我是小班长，有看护同学的责任。”那卓宝承认心里有他了。不一会，蒋冰冰来了，恋恋开心奔向妈妈。目标人物出现，石唯一让零度先带卓宝回家，他要去找恋恋妈咪熟悉一下，顺便帮卓宝约恋恋到家里玩。零度开始破卓宝，看吧，你妈咪巴不得赶紧把你嫁出去，还是爹爹好。上车，爹爹亲自带你去游乐园。 卓宝乖乖听话，先把垃圾丢进垃圾桶。就在他还在担心练练的时候，车门一关，咻一声，林度开车走了。呜、嗯，卓宝哭晕当场。爹地的心好大呀！你是旺仔牛奶喝多了吗？这边蒋冰冰抱着熟睡的练练回到家，就在她要开门瞬间，发现门是打开的。只见她那渣老公的保镖大山站那，一脸猥琐看向她。大山逼迫她签离婚协议，并让她放弃女儿抚养权。蒋冰冰死活不从。见状，大山恼羞成怒，对蒋冰冰动手。老女人，敬酒不吃吃罚酒。 就在蒋冰冰快要绝望之际，石唯一从大山身后用铁棍勒住他的脖子。大哥，欺负女人算什么汉子？下一秒，石唯一一个漂亮的过肩摔，大山飞出了三米远。石唯一来到他面前，警告道：“不想断子绝孙，就老老实实记住我说的话。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回去告诉你老板，这婚冰冰姐离定了，财产属于他的一分也不能少，还有孩子，他要定了。”石唯一扶起蒋冰冰，最后让大山转告马兴：“跟小三出门得小心，坏事做尽，报应很快就到了。” 大山想说点什么，石唯一根本不给他机会，一抬脚就把他踢飞，给我滚！随后大山落荒而逃。蒋冰冰从石唯一出现那一刻就认出他是林氏的少夫人。谢谢你，可是你为什么帮我？石唯一表示，我们家卓宝和恋恋是同学。下一秒，他抱住蒋冰冰并安慰她：“别怕，坏人被我赶跑了。”此刻，蒋冰冰终于绷不住，泪水不由自主滚了下来。哼，没事，举手之劳，没吓着你吧？接下来一个小时，石唯一表明了真实来意。 想请他出山当小陈的经纪人，一开始蒋冰冰已自顾不暇拒绝了，可石唯一向他保证帮他顺利离婚，并拿到全部财产，还有恋恋的抚养权。经过再三思索，蒋冰冰相信石唯一，并答应事情顺利结束后就如他愿当小陈经纪人。女人正在看小电影，被男人意外撞见，当场射死。石唯一为了让蒋冰冰当小陈的经纪人，他不惜黑了蒋冰冰老公马欣的手机，发现了他今天秘密：他出轨的对象不止一个，怀孕的小三，还有小四，恐怕小五。 小六也不在话下。正当他在窃听的时候，声音太刺激，石唯一的耳朵受到了一亿点的暴击。就在此时，零度突然推门而进，石唯一尴尬的能抠出个三室两厅。七爷，欢迎回家，我在看电影。此地无银。零度那看穿一切的眼神，拔掉耳机线。O M G，哪里哪里可以关掉？石唯一慌张，零度尴尬。啪一声，直接关机，太社死了。七爷，如果我说我在看艺术片，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变成了动作片，你信吗？呵呵，鬼才信你。 不过成年人这点需求还是能理解。的。七爷，请问你这是嘲笑我吗？给你一个眼神，自己体会吧。下一秒，时唯一直接挂在零度身上，反正都这样了，要补不,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叫补。零度像安抚狗子一样摸了摸是唯一的头，乖，这力度可以吗？什么鬼？人家要亲亲、抱抱、举高高。零度傻眼，我是许愿池里的王八吗？这么多要求和期待，我不管你今晚就是我的。说着，石唯一把零度推倒，控制在身下。七爷，我要修改条约，往后每天一个抱抱。 隔天一个亲亲，要是你不答应，晚上我就闹你。零度无奈又无辜，要不是那晚你醉成狗，我们早就那啥了。石唯一一秒读懂，原来七爷对我还是有想法的吗？难道我不能对自己老婆有想法吗？更何况是你主动的，都到这一步，石唯一你居然怂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零度笑笑，你装什么狗屁纯情？石唯一推开零度，石唯一这是欲擒故纵吗？七爷你就憋着吧，毕竟太容易被我得到，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女人，你最近有点飘了。次日。 石唯一早早来到了马星偷情的酒店蹲点，看着屏幕前的狗男女，石唯一快原地爆炸，下一秒拨通了幺幺零，警察叔叔你好，我举报辉煌大酒店有人嫖娼卖淫，风声也给狗仔放出去了，双管齐下，这会马兴插翅难飞，警察叔叔效率真快，一会功夫就赶到现场抓马星个措手不及，狗仔们也是很敬业，早早就备好了各个拍照角度，保证三百六十度无死角。不止这个，石唯一还悄悄告诉狗仔，马星的那个女人好像怀孕了，这大瓜呀。 婚内出轨致小三怀孕，这当然比嫖娼劲爆。不出所料，马星的丑事霸屏了个大头条热搜，接踵而来的就是马星的各种违反犯罪被罚，最后他进去了。随着马星入狱，斑马影业一度陷入丑闻风波。蒋冰冰临危受命，重振斑马。堂堂林氏主母当众跟人死，傲娇老公不但不出手，还看得津津有味。走秀结束，醉妖儿带着模特走闭幕，一位黄毛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上来就指责醉妖儿抄袭，说的天花乱坠。 在场吃瓜群众不明所以，狂吃瓜。仙月一脸得意，奸计得逞。这剧情根本就是按上一世的剧本走。林度毫无表情，坐等好戏上演。就在此时，黄毛突然冲向醉妖二，抄袭狗拿命来。此时石唯一挡在醉妖二身前，林度一脸紧张。下一秒，石唯一伸出两米的大长腿，黄毛瞬间摔了个狗啃。石唯一回头恶狠狠看向黄毛，说：“醉妖二抄袭，你倒是拿出证据。”一旁的醉妖二怔住，这妹子怎么比我还生气呢？黄毛立马站了起来，面对媒体大众：“我叫亚历山大。” 是醉妖儿设计衣服的枪手。说罢，大手一挥，扔出一叠这次大秀衣服的手稿。醉妖儿还在好奇黄毛怎么拿到手稿的时候，石唯一就率先出手了。他质疑他既然被收买，怎么又出来举报醉妖儿？黄毛真会编，说醉妖儿克扣他百分之七十的酬劳，导致母亲没钱及时医治过世。醉妖儿一脸大写的无辜，我不认识这个人，他诬陷我。可是黄毛声泪俱下，无脑吃瓜群众信以为真，站起来声讨醉妖儿。一名蓝衣男朝醉妖儿丢水瓶，石唯一徒手接住水瓶。 既然你说这些都是你的设计，那你说说设计理念吧。黄毛支支吾吾，勉强说出了 B l N 的设计理念。石唯一勾唇一笑，嘲讽道：“你自称原创者，就只能说出人人知道的广告语。”接下来，石唯一慷慨陈词，演讲了篇五千字作文，将醉妖儿的设计理念阐述的那叫一个精彩绝伦，amazing！醉妖儿都惊呆了，这妹子比我还了解我。这女人怎么可以对别的男人这么上心？我们结婚也没见她这么激动。零度顿时气压有点低，附近空气骤降一百度。这盘棋已经设好 是时候轮到正主上阵了，幺儿姐干他！不如我们根据 BLN 的设计理念，各自设计三套衣服，让在座专业人士评一评。黄毛咬牙切齿同意，其实内心慌得一匹。台下仙月更慌，毕竟黄毛几斤几两他最清楚不过。朱万不忍闹剧继续，令保安赶紧把黄毛弄走。林度嗤笑一声：“朱总，你得相信自己的设计总监了。何况这一盛况直播出去，肯定流量爆棚。”对对对，林总说的是，让林总见笑了。 经过了七七四十九分钟，两人比试结束。醉妖儿还是那个醉妖儿，设计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可黄毛那四不像的设计太能打脸了。此刻零度知道十唯一这局已经稳操胜券了，要不给个机会你再挣扎一下，还是你去自首，或许还能减刑。黄毛终于怂了，主动供出了同谋仙月。醉妖儿四处张望，寻找叛徒。 可不知道何时仙月已逃之夭夭，现场真不缺嘴碎之人，竟敢在背后谈论石唯一，说他爱出风头立人设，可以躲在角落里沉默，但不要诋毁和嘲笑比你勇敢。说罢，零度给了他们个眼神，自己体会体会。是非常抱歉，事情告一段落。醉妖儿感谢石唯一帮助，并询问他原因。石唯一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想要你。”醉妖儿傻眼，随后话谈到一半，醉妖儿被审查小组请去接受审查。幺儿姐，等你结束调查，记得联系我哦。 石唯一又完成一桩大事，松了一口气。就在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玩得挺尽兴呀。零度他没走啊！只见零度缓缓走到他身边：“你外套呢？”哎呦，性感无罪，大夏天这样凉快，而且多好看。七爷何必在意我穿不穿外套呢？零度内心促成狗，我的女人只能我看，其他狗男人凭什么看？嘴硬的他却说：“有伤风化，拜托七爷，大清已亡，待会我还要穿这一身参加晚宴。”什么？零度瞬间不淡定了，他脱下西装外套。 强行给石唯一披上，七爷，你的衣服跟我的不搭。不管石唯一挣扎，零度男友力爆发，直接就将人扛肩上。你干什么？我订了酒店，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深入交流交流。石唯一羞红了脸，不好吧？那么多人看着，管他们看不看？我抱自己老婆还得征求别人同意，不行，我也是要面子的。别乱动，摔下来我可不负责呀！突然，媒体记者一拥而上。 请问林夫人第一次参加走秀吗？林总是来给林夫人捧场的吗？林度一秒切回营业模式，放下了石唯一。面对媒体时，唯一大方做到。我很荣幸参与这次走秀。随后，林度凑到石唯一耳边：“今晚我们一起睡，免得同床异梦。”石唯一没反应过来，林度猝不及防吻上了他的唇。这是公然撒狗粮的节奏吗？记者朋友当场死亡，死因被狗粮撑死的。女人一觉醒来惨遭网暴，只因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石唯一从美梦中流着哈喇子醒来，林度一脸不解看向他。 啧啧，女人，你惹事了还能睡成猪？哎，服了哟。话说那个娘娘腔的事情，你怎么就这么上心？那不不叫娘，那叫个性。况且她是我的摇钱树。我看你微博特别关注了这个人，我以为是唯一惊讶。七爷这点隐私也不给你偷偷看我微博了。林度回头瞅了他一眼，你要不看看你娶的到底是什么虎狼啊？林度床上唯一的老婆，这个嘛，我可以稍微解释解释。七爷的后宫里，什么杜爷的在逃小娇妻，林度我老公。 个个都是取名小高手，那我这个正宫娘娘岂能输呢？好了<吧>，你的演讲完毕了，你出大事了。说罢，零度随手就将手机抛给石唯一。仙月那小婊砸发微博控诉罪妖二杀人了，还将一段不知真伪的录音公之于众，上面还有来自成千上万的水军网暴罪妖二的同时，还将枪口对准了石唯一。石唯一一脸淡定，欣赏完喷子们的千字文，表示这种程度还能承受。闻言，零度都不知道说他大度还是说他怂。下一秒，噼里啪啦,啪啦的打字声，我能承受，并不代表我要骂人而已。 谁没修炼过？让姐姐教你们怎么骂人不带脏字。草率了，我这是娶了个祖安老婆。站你吧，喷子们，骂完还不够过瘾。石唯一马上补了一条微博，还将黑粉全部拉黑。石唯一杀疯了，简直不要太爽。喷子好解决。现在仙月控告醉妖儿杀人，你接下来打算怎么破？石唯一早就想好了，打算将仙月先前贿赂他的音频发到网上，大家应该不会相信人品有问题的吧。反正醉妖儿已经报警，我就坐等水落石出。石唯一对醉妖儿的盲目信任零度表示不解。 石唯一立马星星眼，那是女人对女人的直觉。林度一直以为他的重口味在此处得到了和解。就在此时，醉妖儿发来信息，请石唯一到酒吧见面。石唯一收拾了一下，准备出门。出门前还不忘在林度脸上啾咪了一口。林度表面虽然不在乎，背后也没闲着为媳妇讨回公道。 他早早就安排小丽监听抄袭风云的主谋赵汉东和仙月，很快石唯一来到了酒吧。他坦言了帮助醉妖儿是希望他能成为小陈的专属服装造型师。醉妖儿瞬间松了一口气，差点以为石唯一馋自己身子，太尴尬了。呵呵呵，我和我老公恩爱的很，并不打算找外遇。好一顿狗粮从天而降，两人经过了一轮交谈，石唯一跟醉妖儿保证一定帮他证明。醉妖儿感动不已，全世界都觉得我是骗子，可林夫人还愿意相信我，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你交朋友。 不要太崇拜我，更不要试图报答我，那样你将永远无法平视我。午夜某公寓，做尽坏事的仙月躲在家里的某个角落瑟瑟发抖。他给赵汉东拨通电话求救，怎料赵汉东对他一阵敷衍过后便挂断了电话。就在此时，大门被打开了，仙月万分惊恐，缩成了一团。仙月小姐，只见小丽拎着一个男人走了进来。晚上好呀，这人好像要来嘎你腰子。男人带女人参加情种大兄弟的生日宴会，专门给她挑了一件最丑的礼服。然而女人对礼服却十分满意。这套呢？ 开叉太高，那这套呢？上半身太暴露，这是我最后一套，总可以了吧？怎么胸前少一块？价格少一半吗？十唯一仅有的三套礼服都被大醋王零度否决了，最后给他选了一件裹得严严实实的礼服。这款是真的一言难尽，可是唯一还夸赞零度论品味还得七爷呀，甚至提裙摆的卓宝也是满脸怨气。 三张大红牛递到卓宝面前，去吧，去吃点心吧。卓宝瞬间解放，终于不用吃爹地妈咪狗粮了。此时客厅里，冤种小兄弟白青霄和情种大兄弟齐墨堂正在交流恋爱心得。闻言，林渡忍不住嘲笑两人：一个经常被甩的人给一个母胎单身讲爱情，还真的一个敢讲，一个敢听。林渡得意坐下，怎么思春大叔生日宴搞的婚礼一样？那个女孩找到了，婚个屁啊！ 我连他人都没找到。白青霄突然关心时唯一的工作室和小陈林度嗅到了不寻常的味道，死死盯着白青霄。就在此时，时唯一留意到了不远处的服务生，原来是他的师姐。下一秒，他找了理由失陪。见他起身，林度抬眸，眼神透着狠厉：“你敢拿下披风就死定！”哈哈哈哈！这醋王真是服了。白青霄像是发现什么似的，笑眯眯的：“原来嫂子的礼服是哥你选的呀？”林度满脸黑线：“怎么有意见了？”白青霄顿时怂了：“不敢，不敢。” 最近暗网排名第一的深海刺客组织下达了夜鸽子首领 Z 的天价追踪令，还有最近螺丝粉和鸡丝又开始作妖了，竟然搞起了人口贩卖之类的声音。石唯一不屑这种人，没底线，赚的越多，死的越快。唯一六点钟方向，只见狗飞狗狗碎碎，不知道又想干什么坏事。走，不管他做什么，过去撕了他。一群人故意对简单冷嘲热讽，简单受不了，想出去透气。石唯一出现，拉住简单，看向众人，介意我和你们同桌吃饭吗？说罢，他坐下劝简单淡定，先看场好戏。 石唯一回忆起了上一世，他跑龙套时期就接受过简单的恩惠，帮助他一是为了报恩，另外是因为冰冰姐说过他是一位有实力的好演员，想帮助蒋冰冰挖到他。不过现在他还没火。师姐上场接到红酒之际，将狗妃栽赃的项链偷龙转凤。狗妃矫情的夹子音响起：“唯一，我的好闺蜜，你来找我吗？”石唯一一点面子也不给，直接就对他：“我们认识吗？找你当闺蜜恐怕眼睛不好使。嗯”一旁的红发女噗呲笑出声：“菲菲，吃相太难看了。”师姐捡起掉落的包还给简单。 见状时，唯一得知师姐得手，付小纯突然走到石唯一跟前攀关系，假意问候小陈，让在场的人都误会他跟小陈是情侣关系，纷纷称赞两人简直金童玉女般配的很。没有没有，我跟小陈只是单纯朋友关系，我哪配得上林夫人的弟弟啊！这茶言茶语，石唯一看不过眼，非要给他断了这个念想。傻丫头，以后别这么说，毕竟交朋友吗？哪有高低贵贱之分，又不是谈恋爱。付小纯瞬间射死石唯一，继续进攻。小纯啊，希望你好好劝一下小陈身边那些不自量力的女孩。 个个都装出一副很熟的样子，小陈会很累的，毕竟他现在要以事业为重。石唯一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在场的人都能听懂他深层的意思，忍不住笑出猪叫声，还真会自编自导自演。结果脸被打得啪啪响。付小纯心有不甘，朝狗飞使了个眼色，接下来才是他的重头戏。下一秒，委屈兮兮擦拭着眼角的泪花，各位对不住，我有事先走一步。没走两步，就听到一声尖叫，我的项链不见了。狗飞立马站起来帮腔，哎呦，那是蒂芙尼当季限量款，五万多呀，你好好找找。 两人拙劣的演技被石唯一一眼看破，他默默看着两人装可怜博同情。狗飞突然走到简单面前，提出要搜他的包，还不忘嘲笑他浑身上下都是不足三百的地摊货，一有所指就是怀疑他偷了项链。娱乐圈出了明摆高踩低，简单很被动。傅小纯的楚楚可怜，狗飞的咄咄逼人，在场的人几乎都坚信项链就是简单偷的。就在此时，石唯一站了起来，身正不怕影子斜，查<茶>石唯一让简单尽管把包给他们搜。 狗飞兴奋冲上前，那就由我来代替小纯搜吧。随着包里的物件全数掉落，并没有他们说的地芙尼项链，反而有个很扎眼的蓝钻映入众人眼帘。识货的人一下就看出了那是今年雄卖的包顶，价值八百多万呢。简单一眼就看出这是石唯一有心帮助了自己。狗飞自知陷害不成，恼羞成怒，冲简单怒吼。 你这个平民女孩怎么买得起高定？这个项链是假的吧？刚好这一切惊动了时尚杂志主编钱一姿，他还是国际著名珠宝鉴定师。他拿起蓝钻项链一看，是真的，狠狠打脸狗飞。石唯一连连拍掌，真是一出好戏，着实精彩。栽赃不成，改撒谎了。这么一来，傅小纯的清纯形象瞬间崩塌。原本想跟狗飞搞好关系，才答应跟他联手教训简单，没想到事情发展成这样。为了挽回最后一点点尊严，他低头跟简单道歉。 还把锅直接甩给了狗飞，傅小纯始料不及的倒戈相向，让狗飞不知所措。接下来两人互掐了起来，这狗打狗也是精彩绝伦。可是唯一才没空看狗打架，他要进行下一步计划。美女要不要喝一杯啊？结婚了一百八十八天的两人终于把车开上了高速。几天前是唯一机智识破了狗飞和傅小纯的奸计，收获了一枚未来影后闺蜜。不久后赵汉东这个贼子也被警察叔叔带走，最妖二的抄袭风云终于告一段落。 石唯一猜想，事件背后肯定有零度的手笔。晚上，石唯一将零度拉着坐下，给他放松放松。七爷赵汉东的事，应该是你在背后推不助澜吧？原来是这件事，你猜对了。不过不用感动，也不用道谢。傲娇的零度为媳妇出头还嘴硬，我只是看他不爽，你别想太多。石唯一停下手中动作，突然从后面抱住了零度的脖子。零度，抱歉，自打我们结婚以来，我都没帮上什么忙，都是你一直默默把一切安排妥当。石唯一满心满眼的感动，甚至心疼这个默默付出的男人。 零度伸手抚摸着石唯一的脸，安慰他：“其实你也帮了我很多，大家都有目共睹。”说着，零度躺在了石唯一的大腿上。今天的零度像只顺毛的猫，石唯一从未见过他这般安静。突然，零度抬手挡住了眼睛，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不好的回忆。九岁那年，他得了怪病，虽然母亲告诉他那只是普通的嗜睡者，但他不这么想，因为每次睡醒，他的一部分记忆就会缺失，甚至更诡异的是，每次他醒来，佣人们脸上都多了一些明显的伤痕，还有对他极其恐惧的眼神。 十八岁那年，他甚至沉睡了三年之久。幸运的是，从那以后他算是痊愈了。可总觉得丢失了一件宝物，却无从寻起。在这段生病的时间里，他忍受着病痛折磨，甚至没有朋友，没有爱人，没有寄托，渐渐的就变成了对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直到遇见了是唯一，林渡重新获得感知力。在与他的相处中，他的身心都在变化。可本能又告诉他，前方等着的不知道是救赎还是地狱，所以他在两人的关系里不断犹豫该不该前行。随后，林渡坐了起来。 他告诉石唯一，他对他的爱是浅薄的，再浅薄也是爱。他知道这份爱有点扭曲，有点变态。眼看零度能敞开心扉，石唯一很是欣慰。他捧起零度的脸，没关系，我会用真心镇住扭曲，用爱克制变态。石唯一态度坚定，今夜的承诺将用余生证明。面对石唯一突如其来的表白，零度心动不已。下一秒，毫不犹豫吻上了他。一切犹如暴风雨来的那么猛烈。理性告诉我，他不是一个合适的对象，我甚至可以选择离开他或是分手。但是很遗憾。 自由意志杀不死我对他的感觉。明明没有查实他的身份，明明不可以，可我骗不了我自己。无论再怎么防备，终究还是沦陷了。忍不住想要靠近他，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融化了。清晨，是唯一盯着林度的睡颜，他不敢相信两人已经是真正的夫妻了。昨晚的那一幕幕的粉红泡泡瞬间浮现他眼前。嗷、哦、呜，太害羞了！突然，一只大掌把他拉住，下一秒他被摁倒在床。林度深情看着他，这么早就醒了。他拉起他的纤纤玉手，轻轻吻了上去。 再回味了，怎料下一秒时唯一羞愤的抄起枕头扔向林度。回味你个大头鬼了！就在此时，是唯一的手机响起。不过这么一大早谁啊？有点扫兴哦。女孩打算瞒着霸总老公调查母亲的死亡真相。时唯一零度蜜意正浓，却被一条短信打断。发短信的人正是母亲的好友余雾阿姨。当年母亲离世后，她便失去了消息，如今却突然主动联系上。两人相约时，唯一母亲乔茉莉墓前，余雾懊恼忏悔着。她说对不起乔茉莉，当年她被派出外地出差。 回来的时候，乔莫莉已出事。更奇怪的是，当他提出要看乔莫莉的诊疗记录时，却惨遭开除。闻言时唯一百感交集，他也想知道这些年于雾去哪了。于雾交代了当年她跟丈夫同时失业，并且京城没有人敢录用他们，甚至有人给他们寄了死亡威胁信，所以不得不离开了京城。看着眼前憔悴的女人，很难想象她是当年那个爱美的于雾阿姨。石唯一心里也不好受。于雾表示机缘巧合之下得知石唯一现在是林家主母，知道时机到了，所以他就算不得好死，也要告诉石唯一她所知道的一切。 听到于勿说“不得好死”这么严重的字眼，石唯一大概猜到这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于勿告诉石唯一，他妈妈的死并非肝癌，而且当时查出来的时候也不算晚，配合治疗，康复率还是很高的。石唯一回想起当年，确实如此。身为医生的妈妈得知自己生病，并不是太担忧，反过来安慰我们，还说等她康复了，全家人一起去度假。只可惜没过多久，她的病情就变得控制不住，最终撒手人寰。唯一阿姨没法调查当年的真相，不过凭阿姨的专业知识，能感觉到蹊跷。 随后，他递给了石唯一手机，上面是两张 X 光笔对图。石唯一眼睛瞪得很大，这是人的肝脏，没错，这是你妈妈的肝脏，有一处甚至直接被蚕食了，而且两张图变化的时间，你猜经过多久？石唯一猜测：两个月、一个月、半个月，难道是一周都不对？是一天。 这晴天霹雳的消息让石唯一整个大脑都宕机，甚至站都站不稳了。这种病变连普通人都知道不可能一天就完成的，所以唯一我敢肯定有人对你母亲身体动了手脚，比如病毒实验。石唯一觉得的确有这个可能，不过当年妈妈的主治医生杨叔叔给我们看过的片好像不是这个，也调查过他，一切都正常，并且他两年前移民了，去年死于心梗。老杨他骗过了我们所有人，不过他被恐吓的。他去世前一天给我打过电话，电话里他气息奄奄，说自己来不及赎罪，想跟我道歉，也想跟茉莉道歉。 后来电话就被强行挂断。我越想越不对劲，就趁着回京探亲，去老杨的老房子看了下。结果在一个花盆底部找到了一个被切割了的 X 光片，就是你妈妈的肝脏。茉莉的肝脏像是被挖了出来，放进病毒堆里实验后，又放回体内。 石唯一得知妈妈的死竟然是黑幕，他发誓一定要调查清楚，揪出背后操控的人。他感谢于雾，时隔多年还能把真相告知他。石唯一让小丽调查了当年涉事的关键人物郑院长，结果得知他也失踪了，并且失踪前参加了一场宗教集会，貌似和创世会有关。石唯一对这个组织略有耳闻，创世会是一个主张新世界秩序的宗教组织，偏重于教义和秘密，喜欢在时尚圈、娱乐圈发展下线，利用情色交易结交权贵，并操纵着世界大国的金融、政治。 军事与娱乐界等领域，莫非妈妈的死跟创世会有关？不过这个创世会行事谨慎，根本查不到他们在华国的据点，只能让他们找上门。所以必须在时尚圈、娱乐圈大展拳脚，吸引祭司注意。同时,时，石唯一提醒小丽，这个事情不要告诉林渡，毕竟这趟水太深，他不希望林渡和林家卷进去。石唯一心疼林渡年幼丧父，从撑起林家到林家发展到如今巅峰，他吃的苦够多了，他不希望他为了他又涉险。我的事情我自己承担。龙陵的人。 自有龙鳞的门路，而且等时机一到，他也会老实告诉林渡的。小丽看着石唯一有些许担忧：“夫人，你是想帮茉莉夫人讨回公道，还是要揭发整个产业的肮脏？既然要做了，就要整个给他彻底端了。”他只能说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小丽满脸钦佩，握住石唯一的手，恳请石唯一带上他，让这条危险的路有人同行。谢谢。石唯一很欣慰遇到这么多善良的人，让他更坚定地为妈妈讨回公道。霸总用一个鬼画符，不但俘获了女人的芳心，还差点让情敌爱上她。 z e r o 工作室时，唯一正在绞尽脑汁设计工作室 logo。一个帅气的男人突然造访，石唯一吓得眼睛都掉了，差点没接住。女装大佬醉妖儿今天是抽了哪门邪风，居然穿男装？石唯一惊叹不已。醉哥，没想到你男装还挺帅的。醉妖儿挺能接梗的。我本来就是男的，而且本来就很帅。不过让石唯一疑惑的是，醉妖儿换回男装，这是要演哪出？醉妖儿表示要重新来，当然以新面貌示人。还有以后不要叫我幺儿姐，叫我幺幺子。幺幺子也很娘好伐？原来醉妖儿还有个本名。 邵金安，邵兄很高兴认识你，以后我们就是共同创业、异父异母的好兄妹了。说着，时，唯一伸出手。醉妖儿看着热情似火的石唯一，刷一下脸都红了。正当两人握上手之际，林渡推门而进，唯一，我把卓宝和恋恋接回家了，一起去吃晚饭。说罢，便见到自己老婆和陌生男人手牵手，好尴尬呀！见状，时，唯一第一时间飞奔到林渡身边，微笑道：“亲爱的，你来了。”醉妖儿心底不禁发怵，好危险，差点就被得了。人家韦总已婚了。林渡恶狠狠看向醉妖儿。 来自男人敏锐的嗅觉，他觉得这个醉妖儿不对劲，下一秒立马宣誓主权，把石唯一紧紧搂在怀里。只见醉妖儿心虚转过了身，见零度眼睛不带眨一下，死死盯着醉妖儿。石唯一伸手托住零度的脸，将他的视线带到自己身上。少兄虽美，但是你也不要一直盯着人家看呀，怎听起来有股酸酸的味道。零度也挺佩服石唯一这清奇的脑回路。随后零度推着石唯一带他回家，可是唯一却表示还要和少兄一起设计 logo，什么破 logo 需要你费尽心思设计？ 石唯一挠了挠头，表示时尚设计非自己专业，所以一直找不到头绪。专业人士醉妖儿上线指点迷津，说的头头是道的，石唯一秒变小迷妹。说实时迟那时快，醉妖儿已经开始炫技。零度绝不能让情敌抢了风头，拿笔来！看来一场大战即将打响了。只见零度大手一挥，主打一个行云流水。两分钟后，一副轻视之作诞生。天啊，真的亮瞎我的眼了！抱歉，艺术造诣不高的 KK 将实在看不懂。 这不就是鬼画符吗？石唯一直接被零度的才华惊掉了大下巴。这个字也太野了，零度应该是隐藏的书法大家，每一笔每一画都经过精心设计，并彰显个性，简直字如其人，帅气又有魅力。最神奇的是这四个字母间看似随意，实际有种三维的即视感。这个 logo 让我感觉到像是女人在性感穿衣，男人单膝跪地臣服。哦，这个字母看似无意扭曲了笔画，却像牢笼一样把女人围在其中。醉妖儿对零度称赞有加。 差点就芳心暗许，林先生，你是专门学过设计吗？没有。听到回答，醉妖儿都傻眼，眼前的男人居然两分钟内把这个单词写得这么。林渡得意笑了笑，天赋。在时尚圈打拼了十年的醉妖儿第一次有了落败感。随后是唯一拿出最新工作计划书给醉妖儿，告诉他两个月后将会有一场大型设计大赛，这次大赛投资方是哥士尼。听到哥士尼，醉妖儿难掩内心的激动，他用颤抖的手接过文件，保证能一举夺冠，拿下跟玄幻三 D 动画《暴雨奇缘》联名的机会。 这还得感谢我们七爷拿到的第一手消息。醉妖儿毕恭毕敬给零度道谢，还称赞两人是整个宇宙最般配的。没错，其他追求者必定毫无活路可言。这话里有话。醉妖儿受到一一点伤害，差点吐出了一口老血。只见零度旁若无人抱起了石唯一，走了。老婆回家给卓宝生个妹妹。石唯一离开前还不忘叮嘱醉妖儿锁门。零度顿感两人对话太多，于是他用嘴巴气堵住了石唯一的嘴。醉妖儿做错了啥？被零度一顿暴击后还要强行喂狗粮？苍天啊！大地啊！ 我要水泥封心，拔情绝爱，专心搞事业。恶毒季姐居然跟女孩玩离间计，结果把自己给玩死了！救命啊！内娱的审美不是在走下坡路，而是在跳崖呀！练习生甲看脸和身材是吃饱了，看舞蹈动作怎么感觉没吃饱？练习生已骚的看上去比我还需要男人。练习生丙颜值普到一言难尽。石唯一一阵无语。不过蒋冰冰却说这几个奇形怪状的可受中年女性欢迎了，都当儿子一样宠着。 妈妈粉和奶奶粉不在少数。石伟一回头再看看小陈，不用说，有种躺赢的感觉。所以蒋冰冰也表示对捧红小陈充满信心。此时，另一位老熟人出现在眼前，那不是小陈学校的校霸王朝勇吗？怎么他像是整容一样换脸了？ 蒋冰冰解释，她是被十分家包装成了禁欲系的酷感，现在这种人设很受欢迎。石唯一不禁感叹，跟当初见到的土王八真的判若两。蒋冰冰打探到，简单交往的是地产大佬坤南风，这熟悉的名字，不就是零度的怨种大兄弟吗？上次见面时还单身的坤少下手真快啊！就在此时，一个欢快的声音响起，冰姐。只见十分家迈着小碎步冲了过来，真的不敢相信，冰姐你真的复出。石唯一转身那一刻，刚好对上了十分家那谄媚的眼神，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哟。 原来是妹妹来看小陈排练了，好家伙送上门找骂！姐姐这黑眼圈快掉地上了，莫不是被赵汉东牵连了？投资需谨慎，隔行如隔山，姐姐管好芬芳娱乐就好，手伸太长小心阴沟里翻船。投资有赔有赚，像妹妹这种靠男人发家的金丝雀怎么懂啊？姐妹俩话里话外火药味十足，但明显时唯一略胜一筹，对的十分加后牙槽都要咬碎。见斗不过是唯一，十分加立马变脸办正事。 让助理把备好的厚礼递给蒋冰冰，只见蒋冰冰背过手，并没有接，礼貌性问候：“分家总有什么事吗？冰姐，咱们都是入行多年的老人了，和那些愣头青有云泥之别。这明显就在说，石唯一就是愣头青。随后毫不避讳，当着石唯一面抢：“我正式邀请您加入我们公司。哦”芜湖，这女人莫不是脑子秀逗了？ 演的哪一出？只见他掏出一张巨额支票，还信心满满表示已经跟巨星沈天云在谈合约了。您来了，我们就如虎添翼。石唯一不敢相信天云哥怎么会跟十分家合作。就在此时，蒋冰冰笑笑拒绝了十分家，并表示已经有了新东家了。十分家不死心，撕掉支票。没关系，您想来随时欢迎，条件随你开。这次蒋冰冰很笃定拒绝了他。分家总开的条件很好，但是我心意已决。 还请您另请高明吧。石唯一早就看出了十分家演的这一处，无非想挑拨蒋冰冰跟他之间的关系，他绝不会让他得逞。于是他上前挽住了蒋冰冰手臂：“冰冰姐，这周末带上恋恋到我家烧烤吧。”还特意边走边提高音量：“两位小朋友关系那么好，往后我们也有可能成为亲家。”闻言，十分家傻眼，没想到两人还有这一层关系，真的演到最后自己才是小丑。石唯一送他一个王之蔑视，S B，就算你熟读兵法，也抵不过信任二字。十分家就这样看着两人快乐离开。 自己留在原地，气得快要爆炸。晚上时唯一到家，将昆南风的女朋友是简单的消息告知零度，可零度半点都不意外，像是早早知道一样。原来那天见面，长天和坤南风都在装纯爱战士，可怜的时唯一还傻乎乎相信了。时唯一要气炸了，居然被耍了。零度却表示只是给兄弟面子。从零度嘴里得知，长天是海王，坤南风跟简单本来就有婚约，两人都三分三合了，信息量太大了，时唯一时间难以接受。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着老婆天真可爱的模样，七爷有点心疼。 幸亏你嫁给我，不然被那些个臭男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又提到石唯一的黑历史，当年就是被十分家和狗绝摆了一道，未婚夫被季姐撬走了。是啊，要是我能早点娶你，就没那个姓狗的什么事了。林渡真的越想越是生气，搞死狗绝的想法快要按捺不住了。石唯一默默为渣男祈祷，阿门。就在此时，一只大手将石唯一拉住。如果你先遇到的是我，你还会喜欢狗绝吗？当然不会了，被狼守护过的人，又怎么会爱上狗呢？面对老婆突如其来的告白，七爷脸上泛起了处男粉。 还行，别的不说，你眼光还是很高级的。这家伙这不是变相又夸自己吗？随便一句甜言蜜语就让林渡躁动不安。石唯一看着也大概明白他是在克制，于是他主动提出：七爷，我们今晚要不要？三十岁老父亲只是个不会用一次性筷子的笨蛋，击退情敌这种高智商的活还是要靠三岁儿子。七爷，我们今晚要不要？石唯一这是在点火呀！话音未落，石唯一就被林渡这只大狼狗扑倒。林太太，该履行你的夫妻义务。你喜欢什么姿势？ 石唯一被零度的直球追问吓得说话都不利索，你你你，我我我,我，我帮你把舌头捋顺了再说话。两人快速上车，车速逐渐加快。就在此时，电话不时去响起。零度怒视座机，哪个该死的家伙打电话也不挑时间？随后无奈接听了电话，我是沈天云，我提前回国了，之前约的饭局改到明晚可以吗？傲娇的零度勉强答应。那地点改在……话没说完，零度怒气冲冲挂断电话。石唯一好奇，火气那么大，到底谁啊？只见零度脸色阴沉，回头告诉你那位邻居哥哥。 别在这个时间打电话过来，影响我俩夫妻生活。石唯一傻眼，我也没得罪你啊，而且这个饭局人家就客气一下，是你自己主动定死的。他那晚当着我的面抱我，我肯定要宣誓主权啊。此时此刻见林度这么生气，石唯一反而有些许开心。七爷，你吃醋了？嘴硬是霸总的常态。呵呵呵，他不就是你一个林家哥哥吗？有啥好生气？这女人太迟钝，明显那个沈天云就是在暗恋他。下一秒石唯一捧起林度的脸，既然没有生气，那我们继续。怎料林度直接翻身钻进被窝里睡了。 毕竟情敌杀上门，必须第一时间想办法除掉他。心里已经想好了定个顶级海底餐厅，眩晕这位林家哥哥。到了第二天晚上，三人却相约来到了某小吃街烧烤摊上。林渡一整个大写的无语，说好的顶级餐厅，让这小子开开眼呢，怎么会是这样？眼前的烧烤对着我滋滋冒烟，这小子蹭蹭对我老婆放电，还叫我老婆小糖果。这个烧烤摊还是他们以前常来的。林先生，昨晚电话没说完你就挂电话了，不介意换了地方吧？为了面子，林渡硬说裴夫人哪里都不是问题。 心想是你这只山猪吃不了细糖吧？突然，沈天云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发现什么神奇宝贝似的。原来林家都是两双筷子吃饭了，好尴尬。第一次用一次性筷子的七爷居然跪了。石唯一尴尬笑笑，连忙帮林杜把筷子掰开。天云哥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可是霸总绝对不会承认自己不会用一次性筷子的。我们林家人向来与众不同。看着情敌跟老婆之间的互动，此刻林杜坐在一旁暗自神伤。随后，他直接发了个消息给卓宝。 另一边，卓宝已经跟爹地统一战线。很快，卓宝迈着可爱的步伐，快乐登场上菜了。猜猜这个小饼里包的是什么馅？是爱你，我已沦陷。天啊，卓宝的土味情话真太上头！宝贝，你怎么也来了？依依，这就是你的那个继子。石唯一向卓宝介绍沈天云。宝贝，这是妈咪的朋友，天云叔叔，你好呀，小家伙，你好，叔叔。我妈咪和爹地很幸福。这看似毫无杀伤力的一句话，将现场的气氛降至冰点。 这个小鬼还真有点早熟。此时，林度心里美滋滋，龟儿子干得漂亮，给老子扳回一局。林度乘胜追击，迅速拿出喜糖分享给沈天云。沈先生没能参加我们的婚礼，希望这几块糖能让你感受到我们的幸福。哦、盖子打开那一刻，沈天云瞬间傻眼，这活生生的就是挑衅啊！他尴尬笑笑回绝：“谢谢，我不吃糖。”怎么？如鲠在喉，难以下咽？食不知味吗？沈天云阴阳怪气：“哎呦，我这牙疼毛病，吃不得甜食。” 很少能体会糖给我的喜悦，不过每当有人问我要不要吃糖，我都会笑着回应再吃了，因为只要一想到与依依相处的每个瞬间，心里就填满了一万朵棉花糖。七叶怎么了？难道依依有了老公就不能跟异性朋友相处了吗？一股茶味，零度要气死了，想一拳送他上太空，但是他压抑住了内心的怒火，随后侧眸看向是唯一，唯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一想起你就是一万朵棉花糖，这需要打多少胰岛素？糖尿病风险极高，更何况糖尿病人那方面不行，棉花糖看着大。 其实小得很，太虚。更重要的是，一万朵棉花糖加起来也不怎么值钱。零度字字句句都像刀子一般戳进沈天云的心。三岁男孩为了让眼睛更好看，居然戴上价值千万的美瞳，然而美瞳背后还隐藏着身世秘密。七爷吃菜呀、啊，绿油油的青菜，零度看了就来气。石唯一帮着打圆场，天云哥，你就别逗我老公了。听说你签约了十分家公司啊？沈天云若有所思看着石唯一，看来他还没有恢复记忆。他解释道，芬芳娱乐的新东家。 万创城投集团老总和我家有点关系，我也想去别的公司，但他们不允许。要不你把我牵过去？石唯一连忙摆手，不了不了，我庙小容不下您这尊大佛。见老婆和情敌相谈甚欢，零度醋意横生，开始作妖，把浓烟往沈天云身上扇去。吃醋的男人恐怕只有三岁的智商。抱歉，我手滑。随后加起来六岁的两人使劲搞事情，现场浓烟四起，把卓宝呛得直揉眼睛。见状，时，唯一怒了，开始摩拳擦掌。 你们两个笨蛋还不停手！一顿暴揍后，两人恢复了平静，但是卓宝的眼睛开始疼起来。石唯一正要查看之际，一个东西从卓宝的眼睛里掉了出来。Oh my god！是美瞳。一个三岁的娃娃戴美瞳，更让人意外的是卓宝的瞳色。石唯一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卓宝，他直接就愣住了。此时沈天云也是一脸诧异看向卓宝，这孩子的瞳色跟当年那个孩子一模一样。难道？见状，林度立马解释，这种美瞳使用特殊材料做的，不会伤眼睛。卓宝见石唯一反应大。 以为他不喜欢自己，妈咪是不是也不喜欢卓宝？跟别人不一样。呜、嗯，怎么会呢？无论如何，妈咪对卓宝的爱都是不变的。卓宝有被感动到。不过七爷，为什么卓宝要戴美瞳？卓宝刚出生时，母亲大人觉得卓宝瞳色十分特殊，怕被有心人惦记上，太危险了。所以等卓宝长大点，就找专家研制了这款美瞳。听完零度解释，虽然有道理，但是石唯一依然反对这么小的小孩戴美瞳。有那么一瞬间，石唯一甚至对卓宝生母产生浓厚兴趣。 但对于卓宝同色又有股说不出的熟悉感，我们卓宝的眼睛更好看了，必须要好好保护起来。这满满的母爱光环，零度也被征服了，答应以后不让卓宝戴美瞳。但是卓宝还是害怕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会格格不入。石唯一细心安慰，别担心，上帝喜欢你才会让你与众不同。卓宝可怜兮兮抬眸看向石唯一，真的吗？没错，你就是上帝给我们派来的小天使，你有世界上最漂亮的眼睛，所以应该开心才对。那卓宝要勇敢地展示自己的眼睛，让大家都羡慕我，喜欢我。 沈天云看着石唯一一家三口幸福快乐，心里不是滋味。他害怕沉睡的记忆一旦被唤醒，眼前的女孩会再次掉进深渊。回家路上，沈天云打着电话，那边是怎么知道唯一没死的？对方沉吟片刻，深海刺杀组织从创世会那里得来的消息，答应帮千家寻回大小姐千叶。如今和深海组织联手了。闻言，沈天云那握着方向盘的手不禁用力。对方见他不说话，继续开口道：“时不我待，你要想办法帮大小姐恢复记忆，让她早日回到帝国。” 夺回千家的继承权，院长在实验室的所有心血不能毁在他大哥大嫂手中。沈天云，我会想办法的。说完便挂断了电话，脑海中浮现出唯一的面容，不禁想到，如果他恢复记忆，还会放下现在的生活，跟自己一起回去吗？次日，林氏花园，林母乌丽飞低头逗着怀中的猫，跟唯一聊着天。既然你们当父母的决定摘掉美瞳，我尊重你们的决定。突然，她顿了一会，话锋一转：“之前婚礼办的仓促，我想着也该去看看两位亲家了。” 唯一脸上闪过一丝惊讶，母亲大人，您是说要拜访我的父母？林母乌丽妃轻笑，当然，不过不是石家的人，而是你心中认定的父母——乔茉莉女士和沙海先生。突然，乌丽妃想到什么，随后放下手中的猫，看向他，说：“起来，你又是被你那狠心的祖母卖个人贩子，那亲家母当年是怎么把你找回来？”唯一垂眸回忆道：“其实我十八岁时逃了出来，被逼得跳了海崖，妈妈收留了我一段时间后，带我去医院体检，无意间发现。” 我和他的基因系统具有遗传关系，接着又做了亲子鉴定，最后确定我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女儿。听完之后，林母看着他的眼神变得温柔，握住了他得手。你这孩子真是太苦了，你放心，林家一定会好好对待你的。唯一看着他笑盈盈的点头。林母沉默片刻后，看着他意味深长的说道：“和阿杜好好过日子，尽快有个自己的孩子，也算是弥补幼时的遗憾。”唯一走后，林母喝着茶，看向远方不说话。管家钟叔瞬间明白，转身对身后的仆人说道。 你们都下去吧。是仆人走后，林母这才开口。按照当年乔茉莉带他去医院的就诊记录，她丧失了十八岁之前的记忆，且至今仍未恢复。那么她方才说的那样滴水不漏，究竟是觉得难以启齿，还是故意隐瞒？说着，林母的眼神变得犀利无比。一旁的钟叔连忙劝和：“少夫人从小颠沛流离，加入林家压力终归是巨大的，不说出来也是希望能给您留个好印象。”林母没说话，对于钟叔说的话，他很是不满。他比谁都希望这夫妻俩好好相处。 平平安安，一直幸福下去。但是若情况有变，自己要保的肯定是自己的儿子。想到这，他对一旁的钟叔吩咐道：“你顺着当初被绕布斯卖给人贩子的那个女婴的线索，悄悄查下去。”钟叔点头明白，随后抬头看着林母，欲言又止。只是，夫人，您真的就同意让小少爷摘下美瞳，展示原本的瞳色？万一……林母看了他一眼，今非昔比，如今林氏已经强大了，不如借小卓瞳色公开。 看看能否炸出当年知晓阿杜秘密的几个漏网之鱼，尽快除掉。一想到零度，林母乌丽飞觉得只要为了自己的儿子，没有什么是不能冒险的。帝都古城影视基地，扑通一声传来一声声惨叫。钱芬芳娱乐艺人易青天被人推倒在地，他起身十分愤怒的看着对面的人。正邦，明明是你打碎了道具，谁犯错谁赔偿，这锅我不背，你还克扣我的工钱，我要去导演那里举报你。易青天说的正邦就是剧组龙套群演组长。正邦冷笑，狗崽子。 就你还想教育我？你有证人吗？你说了谁信啊？你易青天气得脸都黑了，咬着腮帮子，眼神冰冷的瞪着他。正帮被他瞪得恼火，索性警告道：“你可别忘了，你平时能有机会跑这么多龙套角色，都是我在帮你。你要是敢给我找不痛快，以后都别想在这个圈子里面混了。”呸！说完直接转身离去。之后，易青天不知道在地上坐了多久，坐到腿都麻了。就在这时，手机提示音响起。易青天掏出怀中的手机，看了一眼信息，果然。 又是一条医院催缴费医疗费的信息，他看了看自己卡里的余额，嘴角露出一丝苦笑，起身。母亲还等着他缴医药费呢，他可不能在这里继续悲伤怀秋下去了。随后疲惫不堪的王小西走去，昏黄的夕阳落在他的身上，他狼狈的不像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反而像一个经历磨难、饱经沧桑的老者。看着水中自己的脸，易青天一头扎进清澈的水里，咕噜咕噜，在里面待了十几秒钟。就在这时，唯一路过，连忙将拽着他的,的头发，呼啦一声。 一把将他拉起，少年，万万不可自寻短见呐、啊！易青天吃痛的尖叫起来，随后一把打掉他的手，头上的发圈瞬间散落。我才没有寻死，我只是想清醒一下，看着眼前的人，唯一顿时愣住了，眼前一亮，是易青天，一个优秀到没朋友，却深陷社会底层挣扎的男人。想到这，唯一开口：“你不是易青天吗？钱芬芳娱乐男艺人，你长得这么帅，看你的打扮，是在扮演龙套角色。”易青天点,点点头，上一世唯一记得。 这个男人几次有获得影帝的机会，只可惜被奸人所害，一直怀才不遇。哼，自己要让十分家好好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挖墙脚。随后给了蒋冰冰一个眼神，交给你了。蒋冰冰笑了笑，OK。看着两人直接的小动作，易青天吓坏了，不自觉的后退了一步，说话都吞吞吐吐了。你你们想干什么？蒋冰冰笑嘻嘻的看着他，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你好，我叫蒋冰冰，是日晨娱乐的王牌经纪人，现在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公司，成为日晨娱乐旗下的艺人。 你愿意吗？易青天眼底划过错愕。您就是蒋冰冰冰，不过日晨娱乐好像没听过这个公司。一旁的唯一很是尴尬，哈哈，是刚成立不久的，不过不要紧。你要是愿意来我们公司，我保证你星途璀璨。易青天听了这话想笑，这妹子看上去比自己还小，想法又这么单纯，应该是蒋冰冰的助理吧？娱乐圈的竞争状况这么严峻，想红不但要有人捧，还要运气，哪有那么简单？想了想她，他还是开口，是吗？ 蒋冰冰二话不说，从包包掏出一个 U 盘。我们是真心想签你，这是我们公司新项目剧本，看过之后，你一定会改变主意的。易青天看着手中的 U 盘，心情顿时有点复杂。这时，一旁的唯一递过来一张支票，这张支票是预支你的薪水，你先拿去给你母亲治病吧。易青天顿时惊愕，你你怎么知道？唯一笑了笑，我们早就看中了你，必然会花些心思无调查你的资料，虽然有些冒犯，不过你母亲的病情确实不容乐观。 你有困难就和公司提，公司有钱。易青天握着那张支票，心里暖洋洋的，然后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不远处的十分家看到这一幕，不禁有点愣住。易青天，他怎么跟唯一搞到一起了？反应过来后的十分家面目逐渐开始变得狰狞。好啊，石唯一这是报复我，也来挖我的墙角。翌日，日晨娱乐公司，易青天由前台带领来到唯一办公室前。这一刻，他突然感觉到压力上大，这些娱乐公司水很深，都是说的比唱的好听，他不禁有点担忧。 这个日辰娱乐不会跟芬芳娱乐一样搞富婆包养的档子是吧？要是那样，他可接受不了，绝对不会去做富婆圈养的宠物。想到这，他按下了门把手，开门走了进去。屋内，蒋冰冰看见他，立马从沙发起身。易先生，很高兴你能来。老易，简单看向易青天，连忙起身。易青天也朝简单走过去。简单，这要求。蒋冰冰惊讶，原来你们认识。简单点头，对啊，我以前在一个剧组跑龙套的时候和他认识的。我当时演一个宫女。 他演一个太监，易青天尴尬的直咳嗽。一旁的唯一坐在那里大大咧咧的说道：“咳什么？演太监又不丢人，快坐。”易青天尴尬的看着他，他不是助理吗？怎么这么放得开？随后跟着简单一起坐下。呃，谢谢。蒋冰冰看着易青天，让我来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日晨娱乐的韦总，原来是大老板。易青天顿时紧张无比。韦总，昨天我唯一笑眯眯看着他。哎呀，不说那个了。电影新项目基本组建完成了，剧本都看的怎么样了？简单点头，看了。 是一个小偷偶然偷了一个残疾人的钱包，因此结识，后来慢慢走到一起。为了挣脱底层命运，相互扶持成长。我饰演的是一个小偷，老易饰演的是一个下身半瘫痪的年轻人。但是两人最后依旧下场悲惨。小偷为了给年轻人治病，不得不去偷钱，最后被打死。一旁的易青天也连忙拿出自己昨晚记的笔记，激动地说道：“太精彩了！我昨夜看完剧本，激动到睡意全无，连夜赶出一篇自己分析的人物小传。” 很多细节想和韦总还有冰冰姐探讨。就在这时，办公室门突然被人一把推开，小助理在身后连忙大喊：“您不能进去！”十分家不理会他，大步走进去，语气十分嘲讽：“哟，妹妹忙着呢。”说着，啪的一声将合同扔在桌子上。“不好意思了，妹妹，这个易青天还跟我有合约，所以不能跟你签约哦。”听完十分家的话，易青天十分愤怒，起身拍了一下桌子：“十分家，当初你骗我签奴隶合同，强迫我陪酒，还收了我二十万元的违约金，怎么又说我没和你解约？” 十分家看着他，轻笑：“解约金？什么解约？”你易青天顿时气得脸都黑了。年初三月份，你让我交现金给你的，可是我不记得了呀、啊。你有监控，有证据吗？易青天浑身一僵，双手不自觉地握紧。怪不得你当时要求在你办公室当面收现金，为的就是我这边没有转账记录。你在删除那天的监控，销毁所有证据。蒋冰冰连忙起身说道：“分家总，你这是欺诈和胁迫。”十分家笑嘻嘻的看着他：“有种你们就上告我啊，要不要跟我长期战啊？” 这时，一旁的唯一拿起了桌上的合同，坐在沙发上，慵懒的翻阅着。哇哦，好可怕的卖身契啊！合约金五百万，连续签约十年，强制演出所属公司的一切活动，每场活动演出分红才一百元，典型的不平等奴隶合约。说着，唯一的眼神变得犀利无比。当初他不过就是个没代表作、没资源、没人捧、无戏可拍的新人演员，走投无路时，是我拉了他一把。十分加振振有词的说着，唯一冷笑，不是拉出深渊。 而是趁火打劫，一脚踹入地狱吧！新人怎么了？你就是以新人为对象，导出签署欺诈合同的吗？随后看着他继续说道：“分家总背后的万创城头，若是知道了这件事，你可不好交代吧？”十分家脸上顿时出现惊慌之色，他怎么知道？唯一看着他笑得十分灿烂，请放过易先生吧！说完直接撕毁了合同。十分家气得咬牙切齿，我明白了，那这件事情就请妹妹对万创城头和我公司旗下的其他艺人保密吧。 随后转头看向易青天，眼神无比阴森。我本来是想好好捧红你的，不过我还有新人要带，就算了吧。我们缘尽于此，以后都不会联系了。你好自为之。说完，转身怒气冲冲的离去。关于万创城头，他不知道时唯一到底知道多少？莫非连万创城头背后的创世会也知道了？十分家走后，蒋冰冰看着易青天，十分严肃的说道：“记住了，以后都不要随意签署合约，一张只会让你踏破法院门口，也可能让你做一辈子的奴隶。”易青天连忙点头。 我知道了，一旁的石唯一笑了笑。好了，明天我要领你们找毛唐导演试戏，不要被别的东西影响。易青天惊讶：毛唐导演，他可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控场极其的严格。据说当初拍《水星之恋》时，硬是把年过七十的老牌影帝逼得下水憋气七分多钟，期间还要在水下表演，弄得老人家差点没能从水里上来。简单点头，弱弱的说道：而且他是出了名的清高自傲。韦总，你是怎么说服他合作的呀？唯一拿着酒杯，摊手。 当然是用钱啊！简单瞬间捂嘴，果然韦总裁大气粗，唯一尴尬的咳嗽了一声。事实上，他是专门去找毛唐买下了这个名叫《小猴王》的剧本。他记得上一世，毛唐这个满腹才华的落魄中年人，就是拍摄了这部电影，才一举横扫国内三大电影节，其中包括最佳导演奖、最佳故事片、最佳摄影奖等共十二个奖项。只是毛唐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其中缺钱是主要的问题，而自己拍这部电影。 就是为了在最近的华压奖上夺奖，吸引创世会的注意。一旦和那些祭司接上头，就离妈妈的死亡真相进一步。唯一没有和他们细说，他为什么这么信任这个剧本，这么信任毛唐。毕竟作为重生过来的人，他现在看很多事都是从上帝视角。他扫了一眼简单和易青天。总之，你们俩后天试戏时，无论如何一定要用演技征服那个倔强的小老头。简单和易青天对视了一眼，干劲满满，异口同声道：“是，韦总。”晚上八点。 唯一来到偶像养成班初舞台现场，演唱会开始了。时唯一看了一眼音乐节宣传册上的节目单，发现自家弟弟的节目排在中间。虽然要等挺久的，但他觉得这个位置挺好的，不前不后，到时候观众们的气氛刚刚好。与此同时，后台化妆间，时辰队友罗和天焦急的看向蒋冰冰，冰冰姐，张远还是不接电话。时辰听完，快速说道：“没关系，如果还找不他，那我们就改变阵型，大家全力以赴。虽然排位不会太高，晋级还是没问题的。” 只要我们凭实力和恒心，下一局我们定能翻盘。三人信心十足的鸡犬，舞台场内，哇，儿子，我好期待你舅舅的表演啊！你期待吗？卓宝非常配合回答：期待。老公，你期待吗？唯一又激动的问。林度非常不配合回答：不期待。唯一和卓宝同时逼近，看向林度，然后同时露出了同款愤怒的表情。林度觉得同时惹怒老婆和儿子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就改口道：行吧,行吧，行吧，我也很期待。结果卓宝一针见血。 妈咪，爹地他在敷衍你。林度眉峰一挑，小兔崽子，你想造反吗？卓宝不惧亲爹的威严，跳下椅子，爬上唯一的大腿。妈咪，爹地真坏，我们不要和他一起玩。哎呀，唯一忽然道，我忘了给小陈买花了。林度懒洋洋的，买花做什么？这可是小陈第一次在公共舞台上的表演秀，我可不得买束花送给他庆祝庆祝。唯一的小脸上难掩骄傲之色，等下我出去买，然后冒充粉丝送过去。嘿嘿，不管怎么样。 小陈的排场必须不能少，说着，唯一站了起来，但林度又把他拉了回来。放心，不差你一个。说着，瞥了一眼身后的粉丝，有不少人想给小舅子送花，小舅子一会会被花海淹没的。唯一还想说什么，这时口袋中的手机响起了，他连忙接通。喂，电话那头，蒋冰冰响起焦急的声音：“韦总，你来下后台，我去接你。有突发情况。”唯一一进入后台，蒋冰冰就立刻在他低声说道：“十分家之前就安排了一个学员张远在小陈这组，我猜他是想指使张远。” 在初舞台搞事情，让小陈这组成绩垫底，甚至无缘晋级，直接被淘汰。我发现后，也安插了学院随遇进入芬芳娱乐的艺人所在的那组，并用资源和张远交涉，把他变成了自己的人。然而一小时前，张远还是失踪了。唯一想了想，应该是暴露后被芬芳的人控制了。说话间，已经到了化妆间，唯一推门而入。大家不要气馁，已经把你们的表演顺序调到最后了，还有时间。一旁的蒋冰冰点头，没错，张远再不出现，我们就启动应急预案。 改成三人阵型。这时，时辰的另一个队友贝贤开突然开口：“可是，冰冰姐，新颖的四人阵型是我们决胜的关键，能不能请我们的舞蹈老师补个位？”蒋冰冰一听，眼睛都亮了，看着唯一兴奋的说道：“唯一，你之前不是说自己在家也跟着那段舞蹈跳来着，已经能把舞蹈背下来了？”这话时，唯一瞬间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了。蒋冰冰点点头：“没错，如果你女扮男装，作为替补上位，阵型不变，我们的成绩前三完全没问题。” 此话一出，其余三人都满眼期待地看着他，唯一尴尬地看向他们。下面有请音小组带来致敬经典的 What's Your Normal？观众们挥着手，挥着应援棒，尖叫了起来。听说是最幺设计的五服呢，好期待！零度坐在那面无表情，唯一怎么还不回来？去了这么久。就在这时，舞台灯光啪的一声亮起。当他们出现在舞台那一刻，零度眼睛都亮了。他怎么在那儿？站在时辰旁边的，赫然就是男装的唯一。当歌唱响起的那一刹那，现场有短暂的沉寂。 然后观众们挥着手，挥着应援棒，又尖叫了起来。那个小哥哥不是张远，是特别登场的飞行嘉宾吗？好帅，好帅！看着台上的人，林度不禁冷哼一声：“唯一，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这时，卓宝在那边焦急的跳上跳下，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啊！怎么办，爹爹？林度起身大步上前，一把将他举起，这样看到了吧？卓宝瞬间十分激动，看到了，看到了！然后朝着舞台大喊：“舅舅的队友，卓宝也要支持，百川东到海。” 就爱被闲凯，春花秋月何时了？还是罗和天意好。然后刚巧不巧，他被摄像机给录了进去，投射到舞台上的 LED 大屏幕上。全场所有的观众看见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萌娃，顿时发出一阵热浪般的笑声和欢呼声。哇，那不是林氏的小少爷吗？简直萌翻了！又想骗我生猴子？那个萌娃居然和我粉同一个偶像，哈,哈哈哈！莫名自豪是怎么一回事？唯一刚唱了一段，到了节奏间隙期，他不经意间回头看了一眼大屏幕。 然后他顿住了，这这这，卓宝唯一看到林度把卓宝举到空中为他应援打扣，却成为妥妥的观众 C 位的时候，他眼底浮起笑意，拿着话筒忍不住说：“那个小鬼，可以给我比个心吗？”卓宝抬眼仔细看过去，性转版妈咪，这个面子必须给。随后，一向人设很冷酷的卓宝挥动着手臂，把小手举到头顶，比划了一个大大的爱心。轰，像什么在空气中无形炸开了似的，气氛像滚水一样沸腾了起来。哎呀呀，好可爱啊！ 卧槽卧槽！好想偷走他带回家自己养，他怎么可以这么萌？呜呜、哦！我也好想生一个这么萌的宝宝。哥的结尾，掌声、尖叫声和喝彩声此起彼伏，场面盛大。这场现场 l i f e 非常成功，因小组全员顺利成为了 A 班的学员，收获了狂热的人气。结束表演以后，台下的人热情只增不减，异口同声的喊着安可。其中有位导师甚至单独 Q 了补位的神秘少年，还说他不出道天理难容。因此，节目播出以后。 殷小组神秘补位少年瞬间上了热搜，圈了一大波粉丝，成为了热度仅次于时辰的学员。殷小组化妆间，听说芬芳娱乐那几个艺人表现平平，但最后也被插进了 A 班。一旁的唯一一听，难以置信地看着蒋冰冰，没实力全靠吹，不怕被反噬？蒋冰冰笑笑，黑红嘛，有时候质疑和争议反而是好事，毕竟有争议就有热度。随后视线看向正在卸妆的时辰，不过我担心风头太盛不是件好事，恐怕小陈在 A 班不会好过。唯一皱了皱眉。 心里的确有些担心，分班后是同住一个宿舍吧？有时分家撑腰，芬芳娱乐的那几个学员还不得把小陈生吃了。话说起来，时分家这次怎么没来挑衅？难不成故意躲着我？蒋冰冰冷笑。A 班也不是只有芬芳娱乐这一个投资商、广告商和节目组精明着呢，他们肯定知道怎么样才能流量最大化。十唯一摸了摸下巴，不过以后要跟小猴王的项目不能时常来探班，还是要按差个武力值可靠的人潜入制作组保护你们，特别是我弟，他长得这么帅。 万一遇上了什么私生的变态，说着眼神不禁瞥了一眼门口，顿时尖叫起来。有私生的变态啊！正好被刚过来的零度撞见，一脚就给那变态踢倒在地上。唯一连忙上前，活动起了手臂。胆子不小吗？你来选，是先断手还是先断脚？眼看唯一的拳头就要落下去，白清潇连忙摘下帽子，大喊：“嫂子是我呀、啊！”唯一惊讶，连忙收回手。清潇，这要巧，你也来看出舞台了。一旁的时辰转头看向他：“你来干什么？” 鬼鬼祟祟的白青霄顿时感觉有尴尬，连忙拿出手中的花往他怀里塞。我帮嫂子给你买束花，祝你前程似锦。时辰顿时感觉一阵恶心，连忙将手中的花扔回去，大骂道：“你有病啊！”白青霄顿时很不解，好心好意送你花，你怎么还骂人呢？送什么品种不好，送玫瑰还是大红色？白青霄还振振有词的反驳着：“这是玫瑰吗？这明明就是月季。”看着打成一团的两人，唯一一家三口站在旁边很是无奈。随后，唯一不再关注他们俩。 而是抱起卓宝，卓宝十分开心的看着他说道：“妈咪，你男装也好漂亮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男妈咪？”石唯一很是尴尬的解释：“宝贝，男妈咪这个词不是这么用的。”随后便感觉到身后强大的低气压，石唯一不用猜都知道肯定是吃醋了。之前被男评委表白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两股冰冻射线，今晚就弥补一下吧。随后拿起手机开始按个不停。就在这时，身后了零度的手机响起了提示音，他打开一看。 脸色顿时变得铁青，气得头顶直冒烟。就在这时，一旁的卓宝瞪着大大的眼睛：“妈咪，第四爱是什么？宝贝不能看，少儿不宜。”说着连忙将他往怀里靠。身后的林度连连扶额：“你都知道少儿不宜，你还发？”入夜，临时别墅，林度洗完澡出来，看唯一还没换衣服，不禁有点生气：“唯一，你疯了？假发和男装焊你身上了，回家还不换回女装？”下一秒，唯一直接贴上去。 抚摸着他的胸肌，古代帝王也有让宠妃扮成小太监侍寝的癖好。今天也让你感受下帝王的快乐。说着，伸出手就扯开胸前的领带，露着兴奋又邪恶的笑，一步步的靠近他。林度直接无情的伸出手，一把将他推开。什么都玩，只会害了你。石唯一毫不在意，你越抗拒，我只会越兴奋。林度拿起一旁的睡裙，意味深长的看着他。唯一，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换不换？不换。唯一没有一点犹豫，这让林度气得咬牙切齿。好。 你有种，下一秒直接一个转身，将人压在床上。唯一还没反应过来，转身呆呆地看着他。林度俯下身，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既然都是男人，那就用男人沟通的方式。”说着，大手之家拽起了床上的被子，将两人盖住，掌心扣住他的后脑勺，低头直接亲了上去。缠绵悱恻的亲吻里带着几分狼狗一般的贪婪肆虐。随后，卧室一片荷尔蒙气息，娇羞的呻吟声,声夹杂着沉重的喘息声。两个小时后，林渡起身穿上衣服，看着床上的人。 不禁想到，他戴着男人的假发，穿着女人睡裙的时候，唯一躺在床上小声的嘟囔着：“零度，你也太没情趣了吧！脱都脱了，要不再来一次？”下一秒，男人已经脱掉身上的衣服，趴在了他的脖颈间。与此同时，创世会分布，这里，创世会的职级从高到低依次为：新帝、教皇、红衣教主、主教、祭司、信徒、创世会主教。Which 抬头，他妆容精致，眼尾被沿线笔勾勒的狭长又上挑，几分妩媚。 又有几分冷冽和高傲，他懒洋洋的看着座位的其他人。上级下达通知，明年的主要目标就是在华国各处不下我们的势力，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多方面下手，慢慢主导华国。不仅要通过商战攻破华国帝都的金融圈，还要通过影视的手段慢慢控制年轻的人思想。诸位祭司有什么好主意？Luna 开口道。要说华国，那就不得不提林氏。此前我们也曾邀请林氏现任家主林度加入，并开出了不错的条件。 可是这位林氏家主倒是不同于他的祖父，骨头硬大的很。一旁的路西法连忙说道：“主教大人，或许可以换个角度，从零度的妻子和孩子下手。” w i t c h 点点头，这主意不错。但无论如何，绝不能贸然跟零度开战。一个人之所以不答应合作，是因为条件还没达到他的预期。随后视线看向一直低头沉默不语的男子，说道：“Pluto，最近华国有什么贵族云集的盛宴吗？” Pluto 摘掉眼镜，擦拭着，缓缓开口：“两个月后有个华雅奖电影节。” w i t c h 一听。 哈哈大笑起来，正好，届时我要好好会一会林度夫妇，再挑一家出色的影视公司为我们所用。一旁的 Luna 突然开口问道：“主教大人，如果林氏不配合呢 w i c h 眼神里充满了毒蛇一般的杀意，不从或反抗者视为异教徒，妨碍建立新世界秩序之人，杀无赦。创世会为何会选上林度，且不敢正面跟他对抗？因为林氏在华国举重若轻的地位，林度每年在家族安保上的成本高达一个亿。三水团就是他养的其中一支安保团队。 说是安保团队，却和别人家的安保不太一样。里面的成员都大有来头，个个身手不凡。与其叫他们安保，不如说他们是林度养的一批私人军队。日常任务就是保护林氏重要成员的人身安全。小猴王剧组试戏前一日，唯一来到林氏的三水团射击训练场，他跟林度借了个保镖阿石，也就是洛秋的同门师弟，打算让他跟在时辰身,身边。他正拿着枪在打靶，突然一阵叫喊声响起：“我不去，放开，放开我！”唯一回头四处张望，哪来的杀猪惨叫声？ 就在这时，卓宝的师傅陈周生拽着一个人来到他面前。少夫人，阿石到了，您的请求已经和他说过了。只不过阿石不如洛秋稳重，性子耿直。抬眸看到林渡一张黝黑的脸，立刻拉了下来。这个女人出了一张皮囊，其他没有任何一点能配上七爷。唯一知道林渡这些手下可都是大有来头，个个身手不凡。想让他们办事，要让他们先服自己。想到这，他笑了笑，放开他吧。闻言，阿石连忙甩开陈周生的手。 陈周生很不解，少夫人那么多安保，您为何要选阿石呢？他的武力值并不算特别突出，脾气又倔，唯一对阿石的态度没有太往心里去，看着他笑了起来。阿石是吧？听说你平时还会玩摄影摄像，读书的时候还拿过国内的摄影大奖。我想请你五一个节目组客串一下摄影师，暗中保护我弟弟。阿石不为所动，十分排斥的看着他。少夫人，我劝您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也别妄想能说服我，逞强可不好。更何况七爷不喜欢蠢货。 热脸贴了冷屁股，唯一说不憋屈是假的，但他也没想半途而废。那你说吧，怎么样你才会答应我？唯一话音刚落，一个拳头带着疾风袭来，唯一的瞳孔蓦地睁大，纤细的身体灵活一闪，堪堪躲开他的攻击。一旁的陈周生错愕的瞪着阿石：“阿石，你太过分了！”唯一起身，淡定的说道：“没关系。”阿石冷笑：“只要你打得过我，我就答应帮你。”唯一眸子一凛，抬手：“没问题。”事先说道：“我要是赢了你。” 你就得恭恭敬敬的听我指挥。阿石狂妄的对他勾了勾手指头，我说到做到，我赤手空拳和你大，先让你三招。唯一笑了，既然如此，那就身体如一道闪电般窜了出去，迅速闪到阿石的面前，纤细的手指朝阿石袭去。阿石皱了皱眉，这速度倒是挺快的，不禁让他出乎意料。就在这个时候，唯一翻身而起，并刁钻凶狠的将他的胳膊反拧到背后，咔嗒一声，胳膊脱臼的声音，阿石瞬间尖叫出来。这一招的确让他猝不及防。 早年在龙陵近身搏击一直都是他的弱点，对付一些三甲猫还可以，但和力气大的人格斗时总是处于下风，所以整整四年他就苦练了这一招必杀技，屡试不爽。阿、啊、诗因为疼痛头往后仰，这下直接撞上了石唯一的鼻子，那一铲刹那间，石唯一瞳孔蓦地睁大，脑海中不断闪过一些画面：一个盲女在不断的撞击，大喊：“放开我，放我出去！”唯一很是不解，为何又是这个盲女？这到底是是噩梦，还是自己十八岁以前的记忆碎片？最关键的是。 这个女人的声音为何自己会这般熟悉？画面又一转，电闪雷鸣，海浪滔天，狂风呼啸。一个女孩藏在了一块黑色的石头下面。那些人见目标失踪了，忍不住咒骂道：“看来她最后还是丢下孩子逃了，真是高估她了。”少夫人，您没事吧？石唯一瞬间惊醒，阿石捂着吃痛的胳膊看着她，抱歉。唯一缓缓说道：“我没事。”随后看着她声音阴恻恻的：“所以听我的命令，不？”阿石忽觉浑身一凉，怔怔的望着唯一绝美又冰冷的面容。 他心里咯噔一声，终于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是的，没错，这女人的近身搏击的确不如他，但并非是他的招式没有他厉害，恰恰相反，他的武功刁钻狠厉，不拖泥带水，光速闪电般，总是招招置人于死地。这一刻，阿石终于意识到自家主子娶的女人根本就不是个一般的女人。他嘴唇动了动，听很好，说着上前，咔嚓一声，直接将他的胳膊接上。我知道你刚才不是故意的，跟我走吧。阿石很是乖巧的点点头。 是。就在这时，唯一像是想到什么，转头看向陈周生。方才的小意外，不用跟七爷说。可是，唯一轻笑着继续说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不必小题大做。”陈周生点点头，我明白了。阿石定定地盯着他，表情复杂。他没想到石唯一竟然这般不计较，不禁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完成任务，弥补之前的过失。试戏当日，拍摄场地是在一个卫生很差的棚户区里，房子又小又黑。易青天躺在一场破旧又肮脏的木板床上。 眼巴巴的望着简单，咔！导演毛唐拿着剧本走了进去，脸色铁青。他对着易青天一顿猛劈，不对，不对，你的眼神不对！”易青天坐了起来，虚心求教：“哪里不对了？导演，请赐教。”毛唐弯下腰，指了指自己的眼睛说：“残疾人看人的目光和我们正常人的目光是不一样的。正常人看见了光，觉得平平无奇；你看见了光，应该是欣喜，是高兴，是疯狂。我知道，我刚才难道不是吗？”易青天其实很忐忑不安，他和毛唐理解的是一样的。 所以他也那么演的。如果毛唐没有看见他眼里的光和希望，那是不是意味着他的演技不过关？易青天揪住自己大腿上的布料，整个人如坐针毡。怎么可以演技不过关呢？他自责地想。而毛唐则急得团团转。刚才你的眼神有了那个味道，但是还差一点，还差点什么？差点。毛唐皱紧了眉头，还差点。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事实上，毛唐自己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不是觉得易青天演的不好，相反，他提出的要求，易青天都演出来了。 但不管怎么看，总觉得还差了点什么。那点东西是什么？毛唐的脑子里一闪而过，但他又抓不住。本来毛唐就是个急躁的人，现在他自己都陷入了困惑，所以很恼怒的拼命的挠着自己的头。简单走过上前，小声说道：“导演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唯一此前一直躲在外头观察，见状连忙进来：“快帮毛导擦,擦擦血。”说着递上了一张纸。简单点点头。唯一没想到，都传说毛导急了会打人，原来会谣传他只会自虐，这也真是够拼的。 简单上前将纸巾递过去，悄悄的去回看了一下易青天镜头里的表演，嘀咕道：“我觉得青天演的很好啊，我能感觉到他身上从内而外散发出的希望。”简单话音刚落，唯一的声音陡然响起：“不对！”所有人回头看向他。毛糖看见老板来了以后，脾气再坏也不得不收敛起来。唯一看向易青天，话是对他说的，也是对所有人说的：“当你是个残疾人的时候，你看到简单的时候，你是看到了光，但却看不到希望。相反，你只会更绝望。” 现场所有人皆一愣，毛唐甚至挑了一下眉头。你以为残疾人真的相信救赎吗？青天，这世上甚至连精神病患者都会相信有天使会来救他，唯独残疾人不会。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易青天摇头，唯一笑了一下。我给你们讲过故事吧？有一个盲女在公益活动中结识了一群正常人。第一个月，那些朋友经常去看望她，还建了个社交语音聊天群。渐渐的，他们来看望她的次数越来越少。三个月后，他们就再也没去看过她。 也不在群里出现，但是那个盲女每天依旧会发信息问好，每天，直到她察觉出他们的冷淡以后，就自己默默退出了群聊。因为在那场公益活动中，很多人虽然有爱心，但更多的是一时脑热，或是为了得到一个勋章。得到勋章之后就没有然后了。众人深呼吸了一口气，气氛有些凝重。简单下意识的问了一句：“之后那女孩怎么样了？”在那之后，女孩拒绝了所有来自社会的人道主义救助和看望，最后自杀了。所有人瞠目结舌，易青天更是难以置信。 自杀，对自杀。唯一的眼里隐隐带着泪光。过了半晌，他语气轻了下来，问若有所思的易青天：“青天，你告诉我，现在看到简单，看到这个令你心动的女人，你还会看到希望吗？你还会信她能救你吗？你对她心里还只会有爱吗？”易青天摇了摇头，眼神变得落寞、痛苦和绝望。我爱她，我希望她也能爱我，但她拯救不了我，我也只会拖累她。他顿了一下，忽然苦笑：“我既希望她爱我，又希望她不爱我。”此时毛唐整个人无比的激动。 没错，就是这个眼神。他摘下鼻梁上的旧眼镜，揉了揉带失意的眼角，然后给了摄像师一个眼神。大家各就各位，再来一遍。唯一语节轻颤，扭头缓缓看向简单和易青天。这电影成了。与此同时，站在门外来探班的七爷，因为唯一的话而愣了会儿神，不知道为什么。他刚才说那盲女，其实就是他自己把。把易青天和简单恢复拍摄以后，唯一就走了出来，一个人来到附近的河边。这一带是京城的贫民窟，房屋低矮。夕阳西下的时候。 连鸟都飞得特别低，特别慢，像羽毛上沾了蹭黑乎乎的汽油、柴油、石油什么的，总之很沉重，很疲惫。唯一站在河边看着东方灰白色的天空出神。毛堂这个四十好几的男人忽然走了过来，站到他旁边，嘴里叼着烟，看着远方。你年纪这么小，算起来都可以当我女儿了。唯一点头。我爸和你岁数差不多。我听人说你是富家小姐，也是豪门太太。唯一点点头。嗯，对。毛堂的脸上忽然出现疑惑。既然如此。 那你从小应该是锦衣玉食吧？怎么会对残疾人的生活感触会这么深刻？唯一笑了，因为我以前也是个盲人，刚出生就被祖母卖给人贩子，十八岁才被找回来，后来才治愈了眼疾。之前讲的那个故事，就是我十八岁的事。石唯一说这番话，虽然语气是风轻云淡的，但嘴角却的笑容却渐渐苦涩。毛唐怔住了，他难以相信，一个豪门出身的名媛，才这么点年纪，竟经历过这么多事。唯一想起了过去，心情顿时不太好，沉默片刻后说道。 现在恰逢烂钱的商业片层出不穷，虽然小猴王没有幽默，或是令人爽感爆棚的反转，也没有华丽的转身、命运的逆袭，但往往底层边缘任务的命运、人生苦难的主题，更能发人深省，触动人们的心灵，让人更加懂得珍惜眼下所拥有的甘甜。毛糖定定地看着他，不禁笑了。您年纪轻轻，看事物的眼光却非常前卫和毒辣。就在这时，林渡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唯一，回家吧。”唯一转身对毛糖笑了笑：“毛导，我先回去了。” 期待您的成片，毛唐拍了拍胸脯，你放心，我对这部作品有信心。说完，时唯一转身就走了。毛唐定定的看着他的背影，后生可畏啊！两人一前一后的走着，突然林度开口：“能和我聊聊你之前盲女时的经历吗？”见他不说话，林度停下脚步回头。唯一唯一看着林度不禁发呆。这件事唯独对林度，他不想隐瞒。想到这，他抬头看向天空。其实，我十八岁被妈妈找回时，因为海难，过去十八年的记忆都丢失了。 在那之后，过了半年，眼睛就被妈妈治愈了。林度看着他，眼神满是心疼。你总是那么乐观、自信、有活力，完全看不出是有伤痕的人。唯一垂眸笑了笑，不过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夜夜难熬夜夜熬罢了。毕竟悲喜自知，他人难悟。比起内耗，还是静静崩溃、默默自愈好一些。林度连忙说道：“不管见识高低，一个人能深度整理和收拾自己的内心，本身就很迷人。唯一，人本来就是破碎的，我可以接受自己的破损，先爱自己。” 在接受别人的爱，然后给予别人更多的爱。零度瞬间愣住，你不介意破损？零度点头，看着他轻笑，当然不介意了。就像我在海边看中了一块贝壳，即便它是破碎的，我也要把它带回家，用我的爱一天一天的修补它。它就是我的唯一。至此之后，我再也不去海边了。这话听着，零度心脏砰砰跳个不停。随后，唯一靠近他。我曾经是盲女，如今即便复明，也还是不喜欢夜晚。但每当世界暗下来的时候，你就是我的光。说完，直接对着零度的嘴唇亲,亲了上去。 下一秒，零度扣住了他的后脑勺，加深了这个吻。或许只有从黑暗中爬出来的同类，才能体会到对方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的偏执。有些人是可以温暖自己，但能拯救自己的，只有和自己一样破碎的人。零度深深的看着唯一，他都有勇气把破碎的一面展示给我。自己突然也很想尝试，把自己的过去讲述给他听。唯一，其实我下一秒，砰，枷锁断裂，零度忽然噎住，说不出话。有时说一话只要一秒。 但等一个时机，确实要一个世纪。沉默片刻后，林度转身说道：“我去买杯热茶。”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唯一很是不解。就在这时，林度助理温西跟上他：“七爷，创世会的人又发来邀请函，希望有机会与您见一面。老规矩，不用理会。”温西点点头：“是。”接下来，电影《小猴王》还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卓宝还客串了电影中文玉和郑健收养的流浪小猴子。女主角简单，在拍摄过程中有大量长镜头哭戏，经常哭到几近昏厥。 为感受角色真实痛感，简单在拍摄扭打、逃脱等动作戏时未戴护具，膝盖磕出道道血痕，险些摔伤。为了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也为了更了解残疾人修车工这一职业，男主角易青天在拍摄前还去修车店学习了汽修技能。更难得的是，易青天在收工后也住在拍摄的棚户贫民区，只为了能够更贴近正件的人物状态。不仅晒黑皮肤，更在原本清瘦的身材基础上再度瘦身二十斤，而且在拍摄过程中也很少洗头。 在一场情感爆发戏中，剧情需要展现郑件从隐忍中短暂释放情绪。易青天坚持不用替身，以至于拍到虚脱。导演毛唐、制片人唯一不仅和主创们一起反复打磨剧本，还重视造型、场景的细节，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演员们卸下包袱，在角色上真实的生长。最后，本片一共投入三百万的制作成本，仅用一个月便杀青了。两个月后，小猴王便开了电影发布会，同时，唯一也要兼顾旗下服装品牌 ZERO 和哥士尼合作的项目。 但后续合作的推进却遭遇一个小插曲。Zero 工作室摄影棚中，一男子正在一旁指导动作中，中来姑娘们，一二三，转身扭头，把你们的魅力都释放出来，给我你的眼神。说着说着，身体开始扭来扭去，逐渐母化。此人正是之前男扮女装的醉妖邵金安。邵兄，突如其来的声音，邵金安连忙吓得一秒，声音又变成男生。唯一看着他轻笑道：“风采依旧啊，模特们也教的不错。”邵金安连忙轻咳一声，毕竟我走过的台比他们吃过的饭还多。 随后眼神变得十分认真，看着石唯一。对了，韦总，你来的正好。哥士尼那位神秘的品牌顾问似乎嫌我们庙小，想跟我见一面。唯一皱眉，我约了哥士尼亚太区的总裁今晚吃饭。秘书说他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到时候你陪我一起去应酬。随后一副势在必得的眼神，两个小时足够了。随后突然想起什么，转头看向邵金安，我差点忘了，孤标傲世的邵兄最讨厌这种场合了，是吧？邵金安笑了笑，不会啊，这让唯一很是惊讶。 你真的变化好大。邵金安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你一个去应酬，我怎么可能放心？绝廷大酒店豪华包厢，唯一带着邵金安，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哥氏尼亚太区总裁任清和他们的品牌顾问赵姆也走过去。任总，您好，我指 Zero 的创始人唯一。任清闻声抬起头，看见唯一后站起来，礼节性地和他握了握手。你好，韦总。随后唯一伸手转向旁边的赵姆也，赵母爷久仰大名，对方连个眼神都不给，不说话，直接扭头。 唯一很是尴尬，奇怪，自己没得罪过这位太上皇啊，赵爷，F 国人，时尚圈的泰斗，现今七十多岁的他被称为时尚界的太上皇，不但是欧洲顶级时尚奢侈品牌 J M 的艺术总监，也是著名的美学评论家和视觉艺术家。可以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如今四十年的全国时尚潮流，都是赵爷这位传奇人物引领的。但是因为这些年赵爷年纪大了，身体状况不佳，已经很久没有出席时尚活动了。 如今在哥士尼幕后指点江山的他，唯一想不到，他竟然参加了今晚的应酬。邵金安越过唯一上前，赵爷，对方很友好，连忙伸出手握了握，坐吧。看着他们如此友好，唯一很是不解，这骄傲的太上皇为何如此区别对待啊？随后众人落座，服务生端上食物，请慢用。唯一小声的在邵金安耳边说道：“邵兄，你不愧是时尚圈的大牛，连赵爷这种巨牛也要给你面子啊。不瞒你说，我是赵爷曾经的的得意门生。”邵金安忐忑的说着。 唯一瞬间惊呼啊，这不是好事吗？赵爷相信你的才华，只要证明我们具有大规模定制生产和销售衣服的实力，看在师徒情谊的份上，他也一定不会再说什么的。邵金安尴尬的指了指自己，可我现在恢复了男装，赵爷虽然没说什么，但肯定觉得我落俗，心里已经气炸了。石唯一很是无语，这些搞艺术的看问题的角度果然不一般啊。这时，任青看着他们，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韦总，邵先生，我们直接明说吧。虽然邵先生是比赛冠军，按照协议。” 我们也的确应该与贵公司合作，但很抱歉，这件事终究是我们哥士尼疏于考量。我们万万没想到，贵公司竟是刚刚成立不到数月。这唯一展颜一笑，任总是怕我们没有这个实力接下这个单子。贵司设计师的才华我很敬佩，我相信邵先生一定可以为我哥士尼设计出很惊艳的作品。只是你们也知道，我哥士尼的产品受众遍布全球，可你们仅仅在工厂规模和渠道上就不能满足这一点。谈判桌上气氛不太友好，任情虽然不带嘲讽。 但语气也颇有些咄咄逼人，唯一保持着大方的微笑道：“任总，我们还有时间，不是吗？最多两个月，两个月足够了。”赵爷冷哼一声，随后眼睛里闪过一丝阴沉和轻蔑。年轻人说话果然大气，你一个时尚门外汉、商业新手，哪里来的底气在这大放厥词？邵金安听到这都冷了脸色，坏了，赵爷居然侮辱唯一韦总，向来脾气耿直暴躁，一言不合就开干，不会起身招呼赵爷一爪子吧？老爷子快八十了，可遭受不住啊！又或者…… 他极有可能甩脸走人，大呼一声：“不干了！去尼玛的哥是尼，去尼玛的生意，去尼玛的赚钱！老娘有的是钱，还稀罕你这点！”不过，唯一并没有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沉不住气，相反，他脸色不变，笑容不变，尽管美眸里流转过那么一抹一闪而过的冷光。邵金安连忙开口：“任总，赵爷，我们再谈一谈吧，一切不是信任问题，我们公司有能力把项目继续做下去。”看着邵金安如此，赵爷眼神带了些怒气，他没想自己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宝贝徒弟。 竟然为了这女人放低姿态至此，随后看向唯一，疾言厉色，让设计师委曲求全的老板算什么好老板？没人愿意给蠢货设计。唯一笑了笑，说的太对了，任总，仗爷，若果贵公司只因不信任我们 Zero，或是嫌弃我们 Zero 名气小，就放弃邵先生这么好的设计，那的确，没人愿意给蠢货做设计。你，任青听完气得脸色铁青。唯一看向他，继续说道：生意人，生意场上只讲究个有利可图，但也要讲信任和契约精神。更何况临阵换将。 乃兵家大忌。Zero 不想放弃和贵集团的合作机会，我只想告诉任总，我们今天既然敢坐在这儿，绝不是自不量力。我们缺的不过是下游链而已。请任总给我们一次机会，两个月之内，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将摆平，并如期为贵集团奉上最满意的电影衍生产品。唯一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每一句都从容笃定，不慌不忙，大方自信，就好像他真的如他所说，那么大的问题于他而言，不过是两个月就能轻轻松松解决的小 case 而已。任青听完以后，竟愣了几秒。 随后，他看向身旁的赵爷。其实赵爷的气场比他还大，毕竟是时尚界太上皇一般的人物，坐在那里就是妥妥的一尊大佛。赵爷嘴唇一抿，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随后，两方愉快的签订了合同。赵爷坐在那，静静的看着邵金安这个傻徒弟，为了这个女人，居然把自己掰直了。好女人好男人那么多，非要暗恋有妇之夫，真的是死心眼。这天是小猴王首映后的第四天，由于临近圣诞节，许多电影都争相上线。 小猴王和芬芳娱乐的逐梦贵圈撞上了，不免被拿来比较一番。简单和易青天他们的咖位，毕竟不如逐梦贵圈中的一众小鲜肉、小鲜花，所以小猴王的票房稍微劣势。这天，唯一带着零度来到了电影院，看着这人来人往的人群，唯一不禁嘟囔道：“快跨年了，人流量巨多，明明特意挑个人少的时间段来的，没想到。”零度不解地看着他，林氏的高端私人影院千千万，还有建在海底的，为什么非要来这种普通的电影院？唯一看着他嘿嘿一笑。 因为我想亲自调研观众的观影反应啊。再说了，那些高端电影院，你早就腻了吧？偶尔换换口味也不错。随后指了指售票处，尽一下普通丈夫的义务，去好好排个队吧。真拿你没办法。林度很是无奈的叹了口气，看着他前去的背影，唯一笑着说道：“我要巧克力味的爆米花。”就在这时，背后一道尖锐的嗓音悠悠的在他背后响起：“哟。”唯一转身看去，十分春看着唯一，语气充满了嘲讽：“二姐，听说小猴王的票房有些冷清啊。” 还是大姐公司的《逐梦贵圈》火一些。唯一扫了他一眼，淡淡的说：“豆瓣还没开分呢，我可是一点都不急。倒是《逐梦贵圈》被说是烂片，还被骂上了热搜。就你这嘲讽技能，换你姐来，我还能对的有点成就感。”你，十分春气的直跳脚，冲着他大喊：“票房再不上来，影院就不给小猴王排片了。你就等着他被撤档吧。”唯一不再理会他，掏了掏耳朵，这个十分家到底去哪里了？难不成真的在躲自己？影院一号厅内。 唯一吃着爆米花扫视了一圈，偌大的放映厅就只有十几个人。唯一观察了一下，有不少都是暧昧期或者热恋期的情侣，而且买的都是边边角角的位置，只有两三人买的是前排。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这纯纯是来电影院约会来了，居然还有抱了一大堆零食来的，最关键的还有打算好好睡一觉的。唯一顿时感觉心痛痛，难道除了自己就没有什么致命纯爱的战士来看吗？看着前排的小情侣，女方因为冷居然直接坐到了男的腿上，两人还不断的卿卿我我。 还能这样操作？唯一顿时惊掉下巴，唯一顿时手指过去嘟起嘴巴。七爷，你看人家，我也要。下一秒，林度脱掉身上的外套，直接盖在了他腿上。呃、嗯，唯一不由得感动了起来，伸出手抚摸着他的脸，笑盈盈的看着他。七爷，趁电影没开始，我们也暖一暖吧。林度愣了一下，随后连忙说道：“电影院有监控的，干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唯一瞬间不耐烦，强者已经开始了，弱者才会抱怨环境。林度坐直身体，电影院只允许看电影。 随后指尖一弹，啪的一声，一下秒，赫然出现十几个黑衣人，直接坐在了那几对情侣旁边。因为气场过去强大，吓得那些情侣只能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电影。唯一嘀咕：“七爷，你这多损啊！”林杜看着屏幕，正经的说道：“你认真拍的片子，他们也该认真看。”唯一看着他，心仿佛被烫了一下似的，失去了原有的律动，砰砰砰乱跳。电影结束后，所有人居然都哭了起来。林杜和唯一两人淡定离场。怎么样，夫人？观众的反应有达到预期吗？ 唯一看着他，龇牙一笑。经过检验，这部片子一定能在豆瓣拿到高分，就是宣传上还差一把火。观众看着他们如此淡定的离开，不禁怀疑：他们的心是冰做的吗？这都不哭。唯一出放映厅时，正好对面影厅看电影的人也出来了，大家纷纷捂脸痛哭，这让唯一很是不解：不是吧？逐梦贵人也能看哭人？谁知下一秒就听他们骂骂咧咧。一名观众是直接被气哭了，顶流又怎么样？结果还是哭了。另一个是直接笑哭了。 芬芳娱乐以后别拍文艺片了，把握不了。唯一顿时心里爽极了，原来都是因为难看哭了。就在这时，唯一像是看到了什么，连忙笑着走过去。春春，二姐，十分春咬着牙，可恶，在林总面前还是要装一下的。唯一走到他面前，眼底闪过一抹得意之色，转告十分家，打败他的从来不是同堂，而是跨界。随后突然朝他逼近，眼神阴冷的瞪着他，阴沉的继续说道：“还有，相对于不便介入我娘家之事的姐夫。” 你更应该害怕的是我。说完，转身挽着林度的胳膊，下次再见拉，拉春春。待他们离去后，十分春终于忍不住尖叫了起来：讨厌，讨厌，讨厌！从当天开始，《小猴王》的票房呈倍数增长，简单和易青天的演技也得到了极大的曝光，也收获了一众好评。主演和影片都入围了华亚奖。一周后，《小猴王》的票房竟然破亿了，收益比投入的成本翻了三十倍不止。对于这种小众电影来说，这个票房已经很高了，更何况离电影下架还有一段时间，票房还会继续增长。 海外创世会分部消失已久的十分家对着座上的人点头哈腰的说道：“您真的愿意选芬芳娱乐作为掌控华国娱乐圈的切入点？” Luna 点点头，祭司大人，太感谢了。下一秒时，分家居然直接跪下，亲吻了他的脚背。十分家为何一直躲着唯一？是因为唯一知道他身后有万创城头，怕被他追问暴露万创城头是创世会麾下的势力。现在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Luna 冷哼一声，心想：不这么说怎么能叫你继续乖乖当狗？突然修长的手指。 用力的捏起了他的下巴，瞪着他，恶、呃、狠狠的说道：“不过，你的芬芳娱乐已经失败几次了，从偶像养成班，再到这个贺岁档电影被骂上热搜，我给你最后一次挽尊的机会。要知道，没用的只能扔掉。”十分加吓得连连磕头：“是是。” Luna 继续说道：“还有，用于人体试验的青年男女依旧不能少，同时也要提供数名娱乐圈的美男，每年公教会里的商政人员享用。”说着，眼角瞥到一旁的文件，他拿起来一看。 三十七届华亚奖获奖名单，日晨娱乐。他拿着那张获奖名单，笑得阴险狡诈。这个日晨娱乐很优秀，或许可以为创世会所用。度假酒店，蒋冰冰拿着平板在跟唯一汇报着。自从电影上映以后，已经有很多制片方打电话过来，邀请简单和青天进组，还有广告代言什么的。唯一皱了皱眉，苦恼的说道：“那些剧本我看了，说什么热门小说 IP 改编，但类型都差不多。唯总是想要那种类型新颖、情节独特的剧本。”蒋冰冰叹了口气。 可惜现在市面上的好剧本、好编剧简直是凤毛麟角。唯一伸了伸懒腰，剧本这边再等我挖掘一下。你先给青天和简单接一些合适的上无资源，再签一批新的演员。年末完美收了尾。好。随后蒋冰冰收起平板。此时两小只趴在岸边，异口同声的说道：“妈咪，说好的陪我们玩呢？”卓宝嘟着嘴巴，很是不高兴。卓宝的妈咪和恋恋的妈咪聊天时，话题总会从卓宝和恋恋转到工作，而且根本停不下来。一旁的恋恋也跟着点头。没办法。 我妈咪是摩羯座，练练长大也要成为干练的女强人。身后的两个大人听着一阵尴尬。就在这时，白潇清哗啦一声将两个娃从水中托起，哈,哈哈哈！孩子们，你们可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喽！下一秒，突然呲的一声，一股水对着他的脸就射了过去。时辰将水枪架,架在肩上，卓宝，快拿水枪滋这个怪叔叔！白清霄抬头看着时辰那满身腹肌，不禁脸颊绯红。我还以为你是瘦但有肉，没想到就是干瘦啊。 爱豆要有身材管理意识，以后跟我一起去健身吧。这话一说，时辰瞬间火了，要你管！说着又对着他的脸一直滋，有没有肉都比你帅。唯一看着两人越发的不对劲，这两人太不对劲了。蒋冰冰看着闹成一团的几个人，突然开口：“韦总要不要再生个女儿，跟卓宝做个伴？我是没机会再要一个了。”唯一视线看向正在烤肉的林度，已经好几次了，但就是没有动静。随后跑到林度身边，哇，闻起来好香！说着拿起来一串放到嘴里吃了起来。下一秒。 直接就将它吐了出来，好难吃啊！随后放回去，尴尬的说道：“七爷，我吃饱了。”林度看着他，确定不再吃点儿，一把搂过，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毕竟待会要做的事挺耗费体力的。”唯一很不解，待会儿会有什么活动吗？费力的活动，但你应该会喜欢。唯一脑海中瞬间出现一辆小货车，呜呜，随后连忙跳到他身上，我不吃了，快开始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瞧瞧，扣得严严实实的呢，七爷真手难得，走，跟我回屋吧。 说着，竟然直接上手解开了他的扣子。就在这时，林度直接抓住了他的手腕，不解的看着他：“你在说什么？”随后脱掉自己的衣服，趴在瑜伽垫上，帮我涂点防晒霜。哦，唯一又无奈又无语的拿出旁边的防晒霜，用力的在他背上啪啪啪。林度黑着脸：“这女人绝对故意的。”林度闭着眼，淡淡的说道：“最近海外有些不太平，尽量别出国，小心些。有什么事的话，来找我。”唯一的心中一暖，他这是在担心我吗？手中的力道也渐渐变得柔软起来。知道了。 这时，影帝齐墨堂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弟妹，下一部电影给我安排个角色呗。话音刚落，咚的一声，零度直接给了他一拳，滚！下一秒，一份甜品出现在唯一面前。夫人，您要的甜品到了。唯一抬头看着眼前的大象装扮，这个声音好熟悉啊，是师姐。酒店二楼阳台，听说你在帝国受伤了，快让我看看。说着，直接就上前要查看。师姐连忙抵挡，哎呀，没事了，受伤很正常的。然后抓着唯一的手，认真的看着他。 我这次去帝国出差，发现有人在查你，而且你被深海组织盯上了。你还是雇佣几个私家保镖吧。这里解释一下，深海组织、国际暗杀组织，他们的大本营都在帝国。唯一满脸的不解，帝国，我跟帝国没有什么恩怨啊。师姐再次开口解释道：“帝国。”说完，千家为了寻找大小姐和创世会，深海组织、尤里斯丁家族这几个臭名昭著的海外势力联合了，筹划着向欧亚大陆这边扩张。他们肯定瞄准了华国的林氏。 自然也就瞄准了你这位林夫人。叶鸽子倒是并未参与，也按约付清了我们情报网的酬金。正巧我家里安排了乡亲，我自己也在想要不要定居下来。唯一一听，连忙笑着指向了楼下的人。巧了，师姐，你要不和齐墨堂见一面？他就在楼下。师姐看着他，不禁有些出神。自己之前在 M 国执行任务时，恰巧碰见他所在的剧组发生爆炸，就顺手把他从火场里救了出来。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想到这，师姐摇了摇头：“不用了，我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 随后指向游泳池里的人问道：“那个戴眼镜的是谁？”唯一看着他说道：“他是我的小叔子，白家大少爷，零渡的表弟，叫白青霄。我看他有点不正常。”唯一点头，冷哼一声：“是不正常，对我弟弟有非分之想。”师姐看着他，警察的嗅觉是很灵敏的，他觉得这个白青霄有猫腻。临近年末，华雅奖颁奖礼在帝都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华国三大最具有含金量的电影奖项，它的每一届举办都会轰动华国，受到全国瞩目。 小猴王剧组作为参赛作品团队，一起受邀走红毯。这次简单和易青天的服装造型是醉妖儿亲自设计的，两人以夺目耀眼的形象在红毯上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华鸭盛典正式开幕，随着音乐声响起，颁奖典礼正式开始。台下的简单和易青天双腿都在颤抖，简单一边抖一边说：“今天，你别再抖了。”易青天也说：“明明你先抖，我是被你传染了。”芬芳娱乐的参赛艺人付小纯和王朝勇两人坐在一旁，看着他们两人的样子。 不禁冷哼一声。这时候，坐在后面的唯一上前拍了简单的肩膀：“别紧张，你们和那些红毯上的常客比起来，只是欠了一些咖位，但咱们是带着收获一众好评的作品来的。”这时，颁奖嘉宾甲，本届华雅奖最佳新人奖得主是易青天。简单祝贺，哗啦啦的现场掌声四起。简单激动的握着易青天的手：“青天，青天，快告诉我，这不是梦，这不是梦！”易青天连忙说道：“不是梦，这真不是梦。”身后的唯一调皮的问道：“七爷。” 该不会是你在背后操作了吧？两个新人奖我们剧组全包了。林度拍手鼓掌着说道：“没有，我知道你不喜欢暗箱操作。得奖是因为他们自身足够优秀。简单和易青天的最佳新人奖，再加上毛导即将凭此作一举横扫国内国外十二项大奖。我一想，这下创世会一定会注意到日晨工作室的。”主持人现在请两位新人奖获得者上台领取你们的奖项。易青天扶着简单，强制镇定优雅的往舞台走去，路过付小纯身边的时候。 付小纯忽然伸出脚，神不知鬼不觉的绊了一下简单的脚后，迅速缩回。简单本就穿着高跟鞋，加上是在下阶梯，所以付小纯这一绊，他的身体顿时失去控制，禁不住的向前扑去。台上台下这么多人看着这一幕，瞬间吊起了呼吸。这最佳女新人奖获得者还没有领奖，就要当众摔跤出丑吗？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然而，就在他要扑在地上的这千钧一发之际，易青天竟以超人的反应和速度，高大的身体一转。 上半身微微下倾，于是惊奇浪漫的一幕出现了。穿着玫瑰裙的简单，如一个跌跌撞撞的精灵一般，撞进了王子的怀里。最绝的是，简单后来抬起头，漂亮的杏眼里闪烁着惊喜和害羞，就那样小鹿乱撞一般和易青天深情对视。华亚奖盛典结束以后，傅小纯脸色阴沉的带着自己的团队离去。唯一见状，赶紧拉着简单走上去拦住他。嗨，好久不见！傅小纯看着他们两后槽牙都要要碎了，心想。 林夫人自己是得罪不起，但是简单休想骑到自己头上。随后冷冷的盯着简单怒吼：“简单，你不就是想炫耀你的奖杯吗？得意什么？一个新人奖而已，瞧把你高兴的。小心乐极生悲。”唯一搂着简单的肩膀，看着傅小纯嫣然一笑。没办法，谁叫我们简单第一次演女主角就拿了奖，新人奖嘛。虽然含金量不是很高，但好歹也是个奖。简单，去报仇吧，上！说完一把将他往前推了一下。简单摸了摸手，看向傅小纯，讥唇嘲弄：“学妹。” 你亲手拿过奖杯吗？奖杯什么触感？什么重量？你知道吗？你，简单做恍然大悟状。哦，对不起，我忘了。学妹你，你从小就出道了，出道这么多年，居然连一个奖项都没有拿过。学妹，你还得继续加油，争取获得明年的最佳新人奖。唯一在旁边神补刀道，他都出道这么多年了，拿什么新人奖？要拿也是拿最佳老人奖。简单憋着笑点头，对对对，最佳老人奖。只可惜没有这个奖，否则学妹还可以冲一把。 傅小纯气得浑身颤抖，脸色别提多难看。一旁的助理周周连忙提醒道：“小纯姐，千万要克制住啊！”傅小纯一听这话，强行压下了怒气，冷静。分家姐不在，没人给自己撑腰，好汉不吃眼前亏。傅小纯趾高气扬的从简单的身边擦肩而过，简单眼底掠过一丝金光，趁着没人注意，一脚踩在傅小纯的裙摆上。傅小纯可没这么白马王子幸运的去救他，于是乎，他扑通一声摔了个狗吃屎。简单见状，故意哎呦一声。 担忧的看着他，学妹你怎么突然摔倒了？傅小纯摔的要多狼狈有多狼狈，连发型都乱了。他眼神愤怒的抬起头瞪向简单，浑身颤抖的骂道：“贱人，你故意踩我裙子！”简单突然脸色一变，眼神十分阴冷的看着他：“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不要我其人调取监控，让大家看看你之前是怎么办我的？”你傅小纯气得只想打人。助理周周见状，赶紧过去搀扶姐，解淡定不能动手。这附近那么多的记者和镜头。 小心被拍到！傅小纯一听这话，吓得赶紧收起了嚣张，然后他心惊的想：这两个贱人太恶毒了，刚才肯定是故意想激怒他，让他失控。等记者把场面一拍，往往上一发，那他瞬间就会人设崩塌。傅小纯强行压下了怒气，冷笑道：“学姐，你就得意吧，以后娱乐圈的路还长着呢，咱们走着瞧。”好的呢，走着瞧。简单笑着跟挥挥手，傅小纯离开后，简单重重的松了口气，随后转身看向唯一韦总：“我刚才没问题吧？” 毕竟刚拿了奖，就在公共场合这样，唯一笑了笑，没事。做人嘛，就该爱憎分明。在娱乐圈，尤其是这样的。突然，一个高大的黑影将他的影子重重的压住，简单背脊一僵，浑身发毛，吓得手一哆嗦。谁？他惊恐的回头，却在下一秒，整个人被一股霸道蛮狠的力量扣住后脑勺，紧接着，红唇被强势的堵住，一条湿热的舌头无理取闹的钻进他的牙关，熟悉的古龙香水味让简单心脏紧缩，呼吸都差点停止。 唯一看着两人，不禁有些发愣。我的乖乖是坤少，莫非是坤少看到简单和易青天在颁奖礼上的互动，坐不住了，急忙来宣誓主权？看来这边也没有自己什么事了。想到这，唯一转身离去，打算去找七爷，也不知道自己给他和万小姐的空间够不够。突然，一个女的和他擦肩而过，只听女的冷哼一声，唯一顿时警觉，抬起手，忽然发现自己手上居然多了条腕带，是谁给我系的？再仔细一看，腕带上写着“新世界秩序到十字架”。 刚刚那个人是创世会成员，唯一,一连忙回头，可是身后空无一人，已经不见了。唯一心底不禁有点激动，看来他们已经按捺不住了，终于等到这一刻。与此同时，茶话室，别来无恙啊，七爷。林度面无表情的看着对面的人，几年不见，听说你在帝国如鱼得水，海外万家大小姐，万影真笑着看向他，几年不见，不对吧？我们前些天不是刚刚打过交道吗？只是没面对面而已。林度静静的看着他，冷笑着说道：“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啊？七爷何必打哑谜呢？我们万家自打被林家逐出华国，这些年来只能挤在帝国的一块小地方上。万林两家早已是水火不容，不如开门见山吧。随后看向林渡的眼神逐渐变得森冷。万家被林家拦在华国金融圈之外多年不得入，这次万家把突破点选在了帝都的骑士集团，那可是帝都金融圈中最薄弱的环节。我不觉得骑士的孙总和吴总有防住我们万家的能耐，他们会提前设防，还不是得了某位高人的指点？ 林渡佯装不知的说道：“孙总和吴总都是商业奇才，能防住万家很正常。可是据我所知，整个帝都都是林氏的附庸，对林总唯命是从。说到底，其实能防住我们，还不是因为背后有七爷撑腰？”万影真冷冷的说道。林渡没说话，只是看向他的眼神变得冷冽无比。见状，万影真继续说道：“哎呀，七爷，你守了华国这么多年，不允许海外势力有一丝渗透。可如今，海内外联合统治世界才是大事。” 就算我们海外势力进驻华国，这华国依旧是您七爷的天下。我们也不强求七爷马上接纳我们海外势力，凡事讲究个循序渐。不必说了。万影真话还未说完，就被林度打断。林氏不会和你们合作。随后抬眸看着他，眼神中充满警告。谁想强行撬开林氏的门，或者是暗地里搞小动作，绝不会有好果子吃。万影真连忙试探性的问道：“也就是说，你只管好林氏那一亩三分地，至于我们万家在华国做什么，林先生都不会插手，是吗？”听完。 林度冷笑一声：“华国禁止所有脏东西进入，万家不走正道，偏要做那些脏东西的生意，被赶跑了，就永远别想再回来。万家在华国什么也做不了。”林度你，你万影真气的使劲抓紧着自己的手，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讨厌，霸道且不讲理，任性且唯我独尊，总有一股莫名的优越感，傲慢，爱面子，独断专行，口是心非，有错不承认，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万影真看着他咬牙切齿地说着：“自己是如此的骄傲。” 却也只能远远地看着他的背影，被他冷落，被他退婚抛弃。我诅咒你，永远得不到真爱和幸福。林渡看着他，淡淡的说道：“多谢夸奖。”这时，身后的高跟鞋走路声响起，唯一从背后搂上了林渡脖子：“七爷，我们回家吧。”万影真看着他们，冷哼一声：“幸亏我没有嫁给你。”唯一看着他，嗤笑着：“小姐，就算你想嫁，现在也没有机会了。”下一秒，唯一搂住了林渡肩膀，主动的吻上了他的唇。万影真内心十分愤怒，秀什么？这个女人！ 肯定是为了金钱和地位才嫁给零度的。看着他们起身离去的背影，万影真突然感觉零度对这个女人好像有几分真感情。眼神看向他们的背影，瞬间变得凌厉无比。只要是人，就会有弱点。如今他们万家背后是创世会，万影真知道自己动不了零度，那就从他老婆下手。跨年夜前一天，林氏别墅，唯一正坐在沙发上看了一天的剧本。就在这时，小丽走了过来：“夫人，果然没查到那个偷偷给您寄上万代的创世会成员。”监控中。 有关那位女士的片段都被删除了，为了干扰我们的判断，甚至一些其他场景的监控也被删除了。不同于以往，这次完全无法修复或是追根溯源。抱歉，唯一沉默片刻后，摘下眼睛，揉了揉眼角，说道：“创世会那种企图征服世界的秘密组织，办事自然是干净的。等着吧，他们很快便有下一步动作的，到时候总有蛛丝马迹可寻。”夫人，您已经看了一下午的剧本了，歇歇吧。”小丽忍不住开口劝道，唯一连忙将剧本合上。 伸了伸懒腰，开心地说道：“看的眼睛酸痛，终于看到了自己想要的剧本了。类型新颖，情节独特。小丽很是好奇，是什么样的故事啊？”唯一连忙说道：“剧本名称叫《刺激品》，主要讲的的是一个来自外太空的种子落在了地球上，然后进化成了一个男人 A。A，这里我都想好了，简单是 A。不过因为基因问题，他可以随时随地的转换性别。因为想要回到自己的星球故乡，A 一直在寻找逃离地球的办法，直到他误闯星际航空委员会，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只要找到一种代号叫做“火种”的神秘能量，就可以炸通地球和它故乡之间的内运轨道。但火种到底在哪？只有星际航空委员会的副会长地知道。我打算让易青天饰演副会长地。为了获得火种，就使用了美人计，不对，更准确的是美男计。结果地还真的上钩了，并且和 A 相爱了。但是 A 其实就是个渣渣。A 趁机骗走了火种，把地球炸了个窟窿后，自己逃之夭夭。地球温度骤变，短短五年内变成了一个冰球。为了拿回火种，地不得不亲自带队跑去找 A 算账。 一句话形容，这就是个拯救地球，同时穿插一个傻白甜地球人被精明睿智的外星人扎了的故事。唯一讲的十分激动，一旁的小丽还是很配合的哇了一声，不过随后又说道：“这样的剧本真的会好吗？”唯一拿着剧本笑着说道：“这本星际科幻小说，乍一听挺雷的，但行为尺度大，内涵深，脑洞大，且影射了社会上不少方方面面。年后就可以立项了，我可要好好接触下原作者。”就在这时，零度回来了，走到他身后。 抬起他的下巴，在他的额头上落下了重重一吻。别看了，眼睛不累吗？明天就是跨年夜，你要工作跨年。唯一揉了揉眼角，叹了口气，累啊。但我得赶紧给简单和青天找到一个合适的剧本，趁热打铁，利用小猴王这次的热度推出更优质的作品。就在这时，卓宝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妈咪妈咪，爹地收到了驱马慈善化妆晚宴的邀请，我们一起准备化妆舞会的礼服吧。唯一连忙将他抱起，宝贝，对不起，妈咪最近工作忙，都没怎么陪你。 未来几个月好好补偿你，说着，在他脸上亲了好几下。卓宝非常得意的看着一旁脸黑的无比的自家老爹，林度十分不爽，悠悠的指了指他身上的礼服。明晚的晚会，连连也去，你确定你要穿这么幼稚？卓宝一听，连忙从唯一身上下来，气呼呼的转身离去。我让小丽阿姨再帮我换一套。卓宝走后，林度连忙坐到自家媳妇旁边。这小子就是个恋爱脑，等我们老了，估计也就你能陪我了。唯一调皮的眨了眨眼，我当然要陪你到老，不但陪你，我还要养你呢。 说着，拿出了一张存折卡。